韦德文呢，登克呢，呢、这个嘅伊、e、哥系咪？诶，费、呃、伦天拿转头过嚟嘅巴西中坚仲、啊、有呢个马字嘅，咁、啊、两位嘅中场球员啊，巴尼巴巴列巴同埋呢个嘅戈斯，另外几位攻击球员啊，艾丁加、祖奥帕杜同埋呢个三尖分顶喺最前面嘅咧就系、是、呢个费格逊嘅。咁啊由于因为周中佢哋有欧八嘅赛事咧，所以轮换嘅频率啦个幅度都比较大嘅。同样嘅欧八赛事周中咧就是、利物浦客军四三三嘅阵式。 平均年纪二十七点七，二十七点三岁。三个员系艾利臣，四个后防球员阿洛马迪普、文迪克、罗伯神。三个中场球员苏布斯礼、诶、呃、麦卡里斯打啦，赌哥嘅以及這个艾利洛。几位攻击球员咧，沙拉纽尼斯以及呢个路易斯大亚斯嘅咁啊。上一场波黄色一个嘅误判诈的嘅波、啊、啦好了巴拉顿后防诶、呃、后背方面呢，史迪尔啦，呢、這个、呃、都是原本正选中间呢个保罗云 云客机呢，韦士打啦，诶达何特啦，拉兰拿基摩尔法迪韦碧克咁啊，仲有个新仔就系、是、呢个积轩舒活特。好，咁啊已经开咗波啦，不如呢我啊快快脆脆咧咁啊同大家开嚟见面先啦吓。又因为今日嘅时间比较赶啲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同大家讲声，诶又开埋呢个嘅音乐添，真系唔好意思啊。好。 俾多少少時間我，呀？今日真係好趕，好趕啦、啊，各位。係可以開嚟見大家。呵呵好，咁我 set 翻個 time r 先啊，終於都趕得切。 我個白禮頓嘅後防嘅差傳啦，咁啊首先呢個登黑啦交俾佢隔離嗰位嘅隊友咧，二哥啦嚇咁啊，睇下佢翻翻落去咧嗰個嘅表現又如何啦？今屆其實咧，我覺得佢嗰、那個喺、呃、意甲嗰方面咧，其實呢個球員都唔係話第一年咧就係誒冇出頭嘅，咁啊突然之間啊轉投咗呢個白禮頓，咁啊睇睇佢喺英超嗰個能力嘅表現如何啦。咁啊費格遜啦，咁啊已經咧成全咧下一屆咧就好難留得低喺呢個白禮頓嘅，咁當然啦要買呢位。 都只不過而家係十八歲嘅呢個嘅愛爾蘭中鋒看睇嚟都非常之昂貴了雲迪克後場立住個波，分返過去右路先。咁一開始呢，咁两队兩隊向以進攻能力同埋進攻模式非常之精彩的球隊暫時就稍稍探慢板。艾利臣咁啊撳佢頂攞到個波，即刻直傳就塞给呢一個嘅艾利洛，哇一路攞波真係是咁白里禮隊啲球員呢又撞又拱，係咁逼住了結果交返俾。 老大哥嘅雲迪克，雲迪克交返俾呢邊嘅呢個麥卡利斯特啦，咁再分返個右路馬力普、艾利臣，係啊，再定件阿仙奴波三先陣間冇時間換，你見到咁忙。唔、呃、係啊，唔係啊，唔係 LB 啊，呢、這個馬字啊嘛应應該塞返中場嘅，不過要再睇落去先知道啊，各位嚇。咁啊，白里頓啦，其實、呃、自從有歐洲賽開始呢，佢哋嘅陣容变變動嘅個頻率都比較高嘅，雖然話輪換係好啊，但 經常性地咁樣頻率高嘅輪換呢，我都唔覺得係好事嚟嘅。好，哥斯咁啊，哥斯經常亦都鬥翻落去較深嘅位置喎。咁、嗯、啊，同、嗯、二哥啦以及呢個登克啦嚇，咪、嗯、形成一個三中堅嘅狀態。咁、嗯、當然啦，而家呢啲我諗相信各位球迷瞓着覺都背得出㗎啦。一個中堅鬥翻後咁啊，一對左右二閘嘅球員就壓翻上去啊！呢、这個韋德問：哎呀，帶咗兩步啫，咁啊俾翻嚟呢個老斯打下先，逼甩咗佢啦。 球證啊，吹停咗。安东尼太耐。好咁啊，睇睇啦。魯伊斯達亞斯，今場波又會有啲咩神奇嘅發揮啊？咁啊，我一直都好欣賞呢個球員嘅，呢、这個球員真、就、係、是、我冬季都買得到誒呢啲級數嘅球員，其實真係相當之難得嘅。好啦，咁但係問題呢，白里盾呢，前場右路有一個罰球喎，哥斯準備主踢啦，你位德國國家隊嘅成員啦。 咁德國隊啦，近依兩期嘅德國國家隊都選一啲大器晚成嘅球員好啦，阿丁加走過，哥斯話：，唉、哎，你走過，我啄啦啄呢個波，唔係好夠高啫喎。唉、哎，但係平飛呢，一線就線咗過去呢個利物浦自己嘅後場右路底線出咗界噃，係咪白裏頓嘅球員掂到啊？定係利物浦嘅球員最後撐到咧？哦，白裏頓波或者白裏頓角球嘅啦噃。 咁啊，那哥斯啊，嗰、那個、头喺右路斩面角，诶、呃這個、呢砰砰、這个罚球咧，棒砰声走翻过去呢个进攻左路，自己嘅进攻左路咧，就准备开出呢个角球。但系呢个角球咧，有冇威胁先、啊、因为马力普啦，同埋云迪克嘅头锤咧，都系好可靠嘅保证嚟嘅。咁啊，要多啲变化先啦，可能咪诶呢个开地波，哎呀，哇，开、哎、有心理无意啦，哇，仲有二度攻势。 咦？呢個波啱啱喺呢個柱邊出界啫！哇，我講都講唔切啦！你以為佢斬埋佢點知？原來呢個角球又開個地波開向前柱。哎呀！誒呢度係啊，前柱就係呢個馬字啊，較近嘅位置。咁最後咧就係呢個灯黑马嘛？撞咗個波出去呢個界外嘅。好咁啊，另外一個角球啦。哇，睇啊睇唔識呢個波咁啊，呢、这個啄啦，相信係咁啊。 高上喺远处，邓克 set 翻埋小禁区，哇！呢、哦這个波一转身抽射，又博到对方嘅球员啦。呢、這个组合拍到系嘛？咁啊，今届从福特加埋球员，嗱、這、呢个波斩去远处啊，冇人跳得赢呢个邓克，咁啊 set 翻埋中路嗰度啦。咁啊，三号嘅呢个伊、e、哥亦都留踢啊，结果呢结果话係啱晒啦，头、哎、度哎呀呢、這个波拿唔到啊！ 咪 E 哥，如果呢個波喺近處位嗰度，佢個打冤腳掄得重嘅話，那個威脅咪當然係更加大啦。好，再到第三個左路開咗個角球，同樣係遠處，今次登克想 set 翻埋嚟 set 唔到啦。雲尼加收緊線咯，跟住 E 一邊咧有蘇布斯禮，咁咪直線交前就俾呢個紐尼斯紐尼斯去啦。哎哎哎哎呀，呢、這個艾丁加一路追住行住個位，咁咪再有走埋嚟嘅呢個馬刺撞啲咗嘅球正吹罰安东尼太耐。 咁就撞跌咗呢個紐尼斯，咁啊冇噶啦！呢、這個力的表現啊，大家係憑住個速度啦，啊呢、這個巴巴列巴追佢唔到啦吓速度啦以及呢一個嘅體力嘅碰撞啦，咁啊另一位嘅中場球員馬治就翻嚟撞低佢，可能呢邊咧又輪到利物浦啦，咁啊喺進攻左路有個罰球喎、欸，如果得得應嘅話咧都幾大威脅㗎，咁啊最主要就係睇翻咧誒啱，啱克斯百拉頓一連三波呢個喺左路角球嘅攻勢啊！ 今晚有排講啊，係啊，潤下喉先啊，係嘛？多謝多謝，晚上好，晚上好。我進高咗啦，有個有個罰球啦，咁啊誒嚟自於呢個羅拔臣啦，啊亞歷山大阿洛啦，咁啊一左一右，咁啊嗰個作法都唔同㗎啦。亞歷山大阿洛甚至乎係有資格扯埋龍門口添。咁啊睇下呢個雲布根係點樣處理啦。我亦做雲布根啦吓，咁啊大家知道我講邊個就得㗎啦。<laughs> 有陣時啊，即係我都唔係亦。 唔係啲逆音算家，好阿樂扯個波埋，誒、哎、過唔到二人人牆，咁啊 block 翻出嚟。蘇博斯尼禁區外沙馬嘅射門，亦都俾對手咧後邊啊一揸人咧就 block 翻個波出咗橫邊界外。咁啊，蘇博斯尼次加盟之後咧，佢嗰個演出咧都備受好評嘅。啊，即最主要咧就佢又唔係話有啲好驚人嘅腳法表現啊，暫時啊，咁啊，但係咧佢啊嗰個勤力啦到位啦傳送亦都合理啦，咁啊呢啲咧。 要做到好穩定地穩定發揮，其實都相當之唔容易嘅。咁啊，當然啦，因為而家個排陣佈置呢，我始終都係講呢句嘅，可能稍稍犧牲咗佢一啲進攻嘅才華，可以俾到佢發揮個空間啊。咁啊，但唔緊要紧，將來總有機會嘅。好，阿里神，阿里神，哎呀，睇定一個地波交翻出嚟先，誒、哎、又有到位嘅喎。喺呢個中圈線前啊，有呢個紐尼斯啊，攞到交翻後。 再回翻俾隊友，嗯，一個過頭波送切，哇！呢邊蘇布斯禮去啦，啱啱話个進攻才華可能會受到啲誒、呃、受到啲限制啊。咁啊呢個波對面嘅門將雲寶根啊，似乎有啲有少少，你睇佢啲腳法生返走呢個波有少少滾水落嗰只喎咁但係最後呢，都係利物浦嘅球員碰撞咗出界，好後場有路，加个球等翻嚟威德文，欸、等俾隊友，咁啊早奧拍到 set 翻俾個登克。 文布吉，哎呀，哎呀，呢、這個波喺莎拿面前掠過啫，佢又橫傳俾左側委任球員啦。點知莎拿幾乎走到啊？但係伯禮頓個球不呢個波唔失咧，又竟然有得繼續再去喎、哎。但係呢個波話唔失啦，終於都交失咗。巴列巴追唔到啦，個波話中場一偏右路嗰方面嘅混戰啊，利物浦啊進攻右路啊。咁啊，最後馬治咧亦都將個波誒撞咗出橫邊界外，好前上右路加球等翻入嚟開米麥卡利斯打雲迪克。 马迪普、阿里诺，咁啊压咗上嚟中場中路嘅有呢個嘅阿里山打洛，咁啊大咁啊穩穩陣啲啦嚇！而家咧喺後場啊，猜住先，咁啊因為你咪保阿雲迪克啊，阿里山打洛啊，隨時可以有能力放個長傳啊，攞你命啊嘛！攞雲迪克交翻俾阿里神，又撞翻俾雲迪克，咁啊引一引你白禮隊啲球員上嚟焗局先，麥卡利士打。 咁咪拍到啊，控住佢，咁啊，回过嚟呢边，罗伯逊、文迪卡、阿利臣，咁咪唔惊唔覺啦，咁咪大家都好似突然之间快咗一阵，突然之间又快一阵咁样样咁咪其实整场暂时开一波头呢十分钟里面嘅时间呢，又唔係话太过快嘅啫，咁但系大家都快咗两段，咁咪主要白礼顿嗰几个角球攻势呢，都引起门前嘅混乱嘅。 我个鲁斯达阿斯哇，免力瞓低咧，都饿铲翻俾呢个罗伯神啦，但系交钱又送失咗，但系又剥翻落去呢个啊鲁、呃、斯达阿斯嗰度，咁啊继续一个后场嘅混战，嗯唔好搞啦呢一边嘅阿洛话顶翻俾门将阿艾利神咧，再碌翻出嚟咧，一边麦卡利斯达打，哇一交完嗰波俾人撞啊，沙拿一个脚面呢、這个直线批得靓啊，咁啊好彩呢位百里顿嘅球员咧，亦都包得快，韦德文吓。啊 <laughs> 又係撞低佢，咁啊，德文都要小心啲。我記得季初有場波，韋德文有个好大意嘅大意嘅失位啦，咁啊導致到咧，巴啊場嗰場波都輸嘅，啊一時間醒唔起邊一場添。阿沙拿最主要喺中圈攞住個波，嗱而家沙拿做呢啲教炮咧就沙食啦咁啊年紀大咗，下下要佢去前面冲刺咧就真係唔冲得幾多段嘅啫。咁但係你話而家咧咁墮後，利用佢嘅技術、眼界、經驗咧。 咁啊，俾呢啲波咧，其實係好正嘅。上一場對熱刺咧，佢都起碼有兩三腳呢啲靚波，啊距離仲遠啲添啊。啊咁啊，但係咧就咁、啊、大家知咩事啦好咁啊，呢個波睇翻啦喺場上面有位白禮頓嘅球員就揞住隻右腳瞓低咗，早護拍道噃。咁呢位巴西球員啊，有一定技術嘅，亦都幾靈嘅呢個球員嚇，幾靈嗰只嘅。不過就我覺得佢稍欠啲韌力。 啊咁過去喺福特嘅表現都係一場波嘅上落都幅度都有啲大嘅，咁啊百里頓好啲嘅嚟到嚇。好後場一個罰球呢，斬前啦，咁啊雲迪卡 block 翻出嚟，咁啊仍然繼續中場位置拍圖攞翻個波落嚟。來哎呀，自己一個三百六轉身，喂、哎、喺右庫位，但係俾翻啊，有呢、這個、欸 哎、有個隊友係想出就出唔到喎，呢個波啊一時間睇唔切啦，艾丁加係啦冇錯，早拍到沉到禁區裏面，有路底線 cut 翻個波出嚟，但係有呢邊馬迪普就補曬個位啦，連住左個送翻我哋左路，阿羅拔仔啊，羅仔,、啊伯仔啊、送前给这啊，俾呢個尼斯紐尼斯啊一粒，嘿、哎、自己甩咗又跌低咗，球證就吹罰咗，艾丁加撞跌咗佢嘅。 有翻紐利斯呢、這個充刺能力甚強嘅中鋒啦，去牽制冚一冚你白裏頓嘅後防啊！尼利斯咁啊，就講就係佢攞波啊！哇，一個對角長傳啊，扯到過嚟沙拿嗰邊啊，就是係右路嘅位置。咁啊，點結果一波一作作出橫邊界，過馬刺睇住佢。咁場波啊，咁啊馬刺，哎，咁啊睇翻呢個波，蘇布斯喺側前啊，魯易斯大斯喺峨眉月頂嗰度，係一個轉身。 咁啊，哎，望望左边又冚到上嚟嘅，有呢个罗伯仔啊，罗伯仔，而唔去得啦，咁啊加翻后边先。云迪克，咁啊暂时稍稍，好似利物浦嘅控球优势比较大啲。云迪克，艾利森，好，仲有呢边嘅莎娜，右路控住个波，艾利诺，咁啊今日出翻艾利诺啦，哎，阿诺。 阿利诺啲腳步啊，好鬼頻密嘅真系你見佢攞住個波呢，好似推一段仔啫。哇！你見啲腳影呢，就好似已經係喐咗無限次咁樣樣。好咁後場一個車角嘅上傳，加到嚟攞伯仔咁頭槌點返入白禮隊嘅禁區嗰度。咁但係路易斯啊，先來遲一步啦。咦咦咦，這邊殺出重圍啊？邊個巴列巴阿費格遜就攞唔到個波。嗯，呢、這個波集平咗球證。安东尼太萊吹罰，吹罰係咪祖爾馬力普咧？ 係啦，費格遜就俾人擸低咗，大大隻隻嘅費格遜都俾佢擸低喎、啊，年青力壯真係。但係佢話姜係老嘅辣㗎嘛嚇、啊。好，登克哥斯，咁啊講翻哥斯啦，一、這個比倫斯啦，呢、這個柏林聯嘅中鋒啦，咁啊亦都有入選呢。新一任啊，德國國家隊主帥拿高市民嘅大軍名單當中啊咁啊另外仲有呢個安德希啦，咁啊呢個利畫嘅房中啦，其實今屆係少。 小正選嘅咁，但係反而都有入選啦。另外呢、這個誒、呃、史特加嗰位嘅左翼球員咧，亦都係新近入選嘅。咁啊，個人都好期待啊！新一任一一拿高市民啊嘛，咁啊梗係有期待㗎啦嚇。好，講翻呢場波啦，巴拉頓，誒、哎、一個長傳過到嚟呢邊咧，冚到上前場有路嘅韋特文啦。咁啊上一級咧就省中咗呢一個嘅魯斯特。阿斯，執翻一個界球球準備抌一翻入嚟啦。咁啊，大家隊又要走位喎、啊 話叫你上啊上啊！喂，大佬冇得比喎呢個波，唉，就就是、係中死喺人哋嘅後邊啊！點比咧？都係得掟翻後邊啦。咁啊，掟翻後邊有呢個登克，咁啊，登克咧貴為上屆英超咧傳波次數最多嘅球員嚇，係、啊、全個英超啊。咁啊，完全呢個係體系去造就咗佢嘅。二哥登克，咁啊，睇白禮頓咧，真係咧。 今届大起大落啊，啲波有阵时幾几好睇啦。个阵容经常都俾你一个充满新意嘅感觉嘅，因为佢哋个变动甚大嘅。咁啊，所以一散起上嚟呢，就唔好问点解啦吓。例如上一场对住阿士东维拉，好云布根呢、這个长传啊，罗拔神啊乖巧啦，引住到力头锤点翻俾呢个门将艾利神。要知道系阿丁加呢，就其实喺度啊。

咦，維、哎、迪卡話唔等啊，差咗咁多腳，咁啊又方嗰場傳俾沙拿嗰位，咁啊沙拿嗰位咧就有呢個馬字啊頭槌點翻出嚟，咁啊利用馬字掹沙拿，你今日咧可能係即馬字嗰個靈活性啦咁但係後場有個直線塞到入嚟，哎呀，艾利洛係咪呢邊想紐尼斯想去啦，咁啊馬字落地產到，跟住想再去啦，阿、啊、洛 k 到佢，咁但係唔好理啦，咁啊終於提到三千分個名字喎 咁啊，終於可以去一段啦！咁啊，麥卡利斯打翻嚟追前住佢逼跌咗佢球正吹罰，白禮頓前上左路啊，有一個罰球嘅。咁啊，大家彼此都熟路啦，北京上屆都係一個緊密嘅戰友。咁啊，麥卡利斯打嗰個作為一個防守中場嘅位置啦，咁啊，各位理埋又有啲咩睇法啊？當然我明白未去到盡善盡美嘅，咁但係你要用佢嗰個出色嘅用波能力咧，咁啊，亦都係係好緊要嘅。

咁啊踩一踩过啦吓，咁啊再分吧。我嚟呢边进攻右路嘅登克，哇腰长脚硬咁啊底线前闹个波埋你，闹到个波,波队友啊控到啊，但系一控啊控离身呢、这个祖奥拍度。咁啊作为一个祖奥拍度啦，好明显咁场波个走位啦，以及佢嗰、那个诶、呃、入射嘅时间啦，其实你可以当系两个前锋咁去睇嘅吓，一前一后同呢个费特逊。咁啊佢啊反而嗰、那个。 入鏡嘅表現呢，入鏡率啊仲多啲添。好咁啊，球場呢個畫面整個大 w i d shot 俾大家睇下，啲球員好鬼死細粒佢啫。魯斯蒂亞斯咁啊，中場嘅後場嘅右路一撞呢個波啊，撞到冇雷公咁高喎咁啊，白白地送翻個界外球俾白禮頓。 嗱、啊，暫時咧利物浦前場三位嘅王牌攻擊球員咧，嗰、那個嗰、那個呃、大家彼此之間嗰個火花未係太多啫，暫時啊嚇。好咁啊、嗯，後場咁啊、嗯、大腳啦，龍門雲布根咁啊、嗯、斬啊前場左路啊，三尖分又去唔到馬迪普啊，將個波解圍。前場左路，白利頓有個界外球。咁、嗯、啊、嗯，經過上一仗咧大敗咧，講翻英超咧，俾呢個阿士東維拉嘅白利頓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啊？看看

咁啊，輪到利物浦後場右路有一個界外球啊！呢兩隊呢，如果想咧追貼翻個榜首呢，今場波呢和呢，咁啊對大家嗰個嘅得益都唔係好大嘅啫嚇。最好啊分出勝負啦，對於兩隊嚟講。咁啊點解咁講呢？因為熱刺琴日係咁以又贏咗勞頓一比零。講話係咁以呢琴日熱刺都十個打十一個㗎，佔咗四十五分鐘嘅時間都嚇。不過勞頓啊，實在冇辦法啦，唉。 即係嗰啲 first touch 嗰啲控球實在太差，明明前面一大片天空㗎啦，係都要第一腳控到咁差咧，修正唔到咧，再推咧就俾二刺啲守卫係可以啊追得翻上咁樣樣。好，羅伯神，文迪克、文迪克話等等先，你個祖号拍到啊上嚟干擾我，哈哈救翻未啊？好，加翻佢嚟呢邊，阿里神又俾翻文迪克。 咁啊，真系撐慢板喎，不過我就真系可以嘅。哎，呢、這個波咧真係慢板嘅，麥卡利士打。哎呀，麥卡利士打要負全責啊！呢、這個波點解咁大意啊？麥卡利士打。唉、哎，我正想話撐慢板啦，憑住後場呢個阿洛、阿雲迪克啊，放啲長傳啦，係可以係誒、呃、或者係製造一啲嘅快速嘅反擊機會嘅。點知麥卡利士打呢個波後場就輕挑慢撚咁樣樣咧，就俾呢個艾丁加。 逼甩咗個波啦，禁區外射呢個地波。嗱，本嚟呢個地波咧，勁度咧，我又唔講得上話十足嘅，但係啱啱好，啱啱好，阿里神落地其實撐係撐少少嘅啫，真係撐少少嘅啫。呢、這個波，唉、哎，文迪克都嚇諗住塊面，你即刻令歪面啦。嗱，啲大丁家，嗱，佢燙得硬嘅，啱啱少少，微微淡淡地。 嗱，你話係咪好勁呢？佢又唔係勁幫冲埋去衝網頂嗰只喎，佢都嚴格意義上屬於一個地波嚟嘅。就係艾利臣瞓落地慢咗半格，咁當然唔係怪艾利臣啦。呢、這個波係麥卡利斯打有一定嘅責任啊好，主隊嘅巴利頓領先啦、啊、就咁一比零。咁啊真係估唔到啦，即係呢兩隊啊，攻擊力著稱嘅球隊，咁啊嚟至於一個咧？ 人哋嘅後防嘅極度嘅失誤啊！咁我哋可以睇翻嘅，如果有望鏡睇下，係唔係麥卡利士打攞住個波嘅時候四野無人係好難將個波輸送呢？不過有陣時呢啲都唔可以太過怪，即係唔可以將個責任咧太過射翻啲落人哋嗰度嘅嚇。咁啊，呢、嗯、啲通常都係自己孭晒㗎啦。好。 莎拿腳面咁啊，片個波前場右路底線前七號對七號，路伊斯達斯對住呢個馬字，死人都唔俾你過。咁啊，魯伊斯達斯哎呀，扭過咗呢個馬字好波啊！呢邊啊勤力仔喎、啊，呢、這個三尖分翻嚟呢，揾只左腳啊撞咗個波出底線。好你咪浦前場右路有個角球啦。咁啊，而家呢啲呢，即、就、係、是、一對一力壓呢邊線過波呢，係要靠路伊斯達斯噶啦。咁啊，沙拿唔去乜滯噶啦，而家嚇。 好啦，咁啊，雲迪克亦都冚咗上嚟啦。我睇睇利物浦呢个角球系点样处理啦。咁啊，左脚嘅角球，玩到喺呢个小禁区顶度，咁咪白濑队球员 set 翻开嚟啊！艾利洛顶翻禁区搏乱啦，咁啊点知头锤解翻？哇，呢、這个阿天加又想再去喎，真系奇兵嚟嘅呢阿天加。 即係呢，即係大家估今屆白禮頓啊，可能買咗邊個啊？可能借咗法迪啊睇法迪啦，係嘛？或者係呢、这個啊換將嘅雲布根啦，咁、啊、突然間就殺翻出、这個天加翻嚟啊！呢個呢個波特迪亞嘅球員真係好鬼正啊！咁啊都貴為國腳嘅，大係國腳又代表過兩次。咁啊上屆咧就喺呢個聖古老斯嗰邊啦，咁啊聖、啊啊、古老斯啦、啊、都倍出人才啊嚇！ 另外一位啦，哎呀，又要講下德甲波啦嚇。目前喺利華股信睇到風生水起嘅利雅利亞前鋒呢個邦尼菲斯呢，都係嚟自聖古老斯呢支嘅比甲球會，咪正正就係利物浦周中贏二比零嗰隊咯。咁但係好多好科色㗎嗰度啊，咁啊可以再留意一下啦。歐洲列強，好呢、這個波，哎，中場混戰巴巴撞撞去這啊，巴列巴咁啊撞撞翻落去呢邊啊，白卡利斯啊，哎，一個撞後後爭。 沙拿入到禁區腳邊，哎呀！呢、这個波佢想撩啊，想射啊，定係想 set 俾隊友嘅咧？这个、呢、这個波咧應該就冇角球添喎。呢個波啦沙拿同隊友互傳啦、啊，沙拿阿洛麥卡利斯打再撞翻入禁區，沙拿，嗯，呢、这個波想戳個遠處、啊，可能佢咁啊，亦都係冇準啦呢、这個波。咁但係呢幾下互傳靚嘅，呢幾下地面嘅入心啊！一哇，咁掹水啊！喂喂喂喂！喂 咦、哎、啊！呢邊登黑話快啲立住個站啊！唔好玩啊，大佬！猜傳還猜傳啊，好拜力巴,巴。喺、哎、輕鬆地扣過咗呢個嘅艾利洛個中場嗰度喎，咁咪嚟自法甲嘅球員啦，仲作出一個斜傳，文迪克 set 即係企閘住咗度位啦，咁咪連隨交翻出嚟，再組織攻勢啦，蘇堡斯底，老師大家先，羅伯神啊後上噶啦，咁但係佢嗰邊再比啊冇乜前途喎，都係吸翻埋中間，咦、哎、呀，夾硬,硬咬腰叫個波埋嚟禁區。 中路，咦、哎？沙拿控住个波，哇！一下撞射，咁啊，二哥呢又揾返面擋翻住個波。佢話足球係我好朋友，所以搵返面擋住個波。咁啊，前場左路啦，啊，中間嘅位置，嗯，左奧拍到都係遠遠一啲嘅啲波嚇、啊。好，阿利洛切到個波子，只啲連串分分俾阿洛阿洛 set 入禁區，太個鐵門，雲布根出嚟擒住。唉、哎，啱啱頭先有個問題問完大家話啊，你對於麥卡利士打作為呢個中場中路嘅角色？ 即系墮得比較厚啲，點睇呢？咁啊，真係我又冇諗住咁噶嘛，大佬啊，真係放心会一比三反性係嘛？好咁啊，就最緊要啦，有信心啊。問題係點？點都係講呢句噶啦即係最緊要對自己嘅外隊支持就得噶啦。雲迪克都有責任，係唔係咁樣樣呢？係唔係咁樣樣呢？一個應該可以比較輕鬆處理翻個波開去嘅情況底下、啊 好，唔好理啦。咁啊，而家咧，邊個嘅責任咧都要力追噶啦啊！黃埔金、利物浦咁啊，係你哋講得都啱嘅。利物浦今屆好多好多喺逆境作戰嘅情情況啊！馬字打左集奇招啦，咁啊馬字啊踢馬字踢集就唔奇喎。 其實你如果你早翻博達個年代啦，即係或者係早三季個年代啦，馬字都係翼位啊、集位球員咁樣去啦啊，咁其實就唔係太過突兀嘅。不過你話如果係咪一個純粹阻閘呢？咁啊暫時你睇翻佢翻翻落去呢個後防嘅位置嗰度呢，又係嘅，又係嘅。

左路嘅角球喎，百利今日啊，嗰、啊、邊啊唔通拜過神嚟咁、哎、旺的全嗰個位都有問題係嘛？咁啊咁啊唔可能雲迪克嗰個掩面嘅動作係是咪是怪自己呢？咁啊 <laughs> 大家都有問題啦问、啊、問題係你,、就是、你这样被咁樣人逼甩咗就係大意㗎都係。好三千分。 回翻俾哥先，咁啊呢波俾得唔好够力嘅，馬切接到个波，射入禁区左路、呃、右路嘅位置，但阿洛呢啱啱集住嗰位头锤又跣埋出底线，好多角球喎、哦！上半场伯礼顿啊，但阿洛呢个头锤跣得好啊，唔是后面嘅艾丁加到噶啦。好，前场右路有角球，咁利物浦嘅球员就今次就唔可以大意了 唔係依哥，唔係呢位今屆新，應該係首度上陣啊？英超啊，呢位巴西中堅嚇，咁啊亦都係佈住喺個遠處位嗰邊，睇下佢頭上有幾大威力。嗰次真係斬去呢、这個啊，唔係斬去十二碼點搞出嘅位置啊。咁啊解圍翻出嚟咧，個波揼到落嚟，哎丁加啊，呢、这個入球功臣，透吹就點翻俾門將文寶根。 華布根或者應該叫做華布根啱啲啊！布拉頓主場啊，好強噶咁啊！麥卡利斯塔已經唔係第一次係咁，阿 Leo 神兄又睇得到啲嘢喎，佢話麥卡利斯塔唔係第一次係咁噶啦，咁啊，咁啊，好，登克踩過個波，避過咗呢、這個老誒、呃、魯斯達亞斯。 咁啊，再撞俾队友拍到，再回过嚟右路又系呢又、这个艾丁加佢呀、啊，咁咪老斯达阿斯话等我嚟追佢，追唔到喎、啊，不如吸翻埋中间。哎呀，仲失咗直线入禁区里面，三千分推到禁区底线前。哎，呢、这个波冇係控一控呢个艾利神嘅，但係呢、这个波呢，就係讲緊呢，就佢、是、自己嘅重心都唔稳，失去平衡，虽然跌低咗，但系呢个波当然冇事啦。 哇！咁樣咁短撞嘅直線入去都攞命啊！一走斜線咧就跑到噶啦喂，韋德敏，同埋加里斯打撞一撞，咁、那、啊個波就幫佢出底線，咁啊暫時三千分啦，就冇乜嘢一啲冇乜 solo 嘅表現啊！咁大家明係咩意思啦 s o l o 嘅演出啊，咁啊但係就。 突然間一下快嘅飆到埋去都幾係嘅。嗱，艾丁加最之後後腳吸過咗呢個老斯大师再一個直線畀三千分，由左路走到個入嚟禁區裏边嘅右路嗰個位置嚇，精彩嘅、啊、呢、這個配合都差少少嘅啫。好，雲迪克，咁啊控球啦，咁啊一如我頭先睇住個畫面所直覺到啦，咁啊當然利物浦嘅嗰個比率係稍高嘅。 咁射门嘅次数呢，而家睇落去呢，官方打出嚟六对三喎，百礼顿系比较多啲。嗱，两队都可能暂时上半场呢，反而我会咁睇喎都忌忌地对方嘅强大嘅进攻表现、啊，反而就唔系好强大，即系双方都，<laughs> 即系可能大家捉棋咁、啊、啦，相互制衡啦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去到咁上下时间。

咪前場猛推啦，一路推推推推，左路拍度啊走中間，呢、这個艾丁加走右路，佢又唔係望翻，哇！你都陰濕啦，巴列巴，推到峨眉月頂嗰度啦，嗱右路艾丁加佢唔俾咧，直線插入禁區裏邊嘅呢個走過大散咗，利物浦防線球員嘅呢個左路拍度唔俾啦，佢竟然突然之間企定，跟住左腳嘅射門，嘿呀！射翻去呢、這個啊左手邊近處位嗰邊啦，嚇咁啊！啊 斜出嘅啫，啊有啲諗法喎，即係估唔到佢咁冷靜喎、啊、呢、這個波嚇。伯拉頓後場再咁玩火嗱，老實講伯拉頓暫時後場又唔係點玩火啫喎，點解你咁講咧 v i c t o r 即係 <laughs> Even 就算你撐利物浦都好，但係伯拉頓後場唔係點玩火啫喎。咁啊上半場係有幾腳啦，幾問水嘅利物浦啲球員逼到埋嚟，咁但係佢哋嚴格意義上都。 都唔係嗰種即係、呃就是、你又唔覺得有太多危機嗰只咯嚇。我我我冇睇香港隊尋日場波啊嚇，我就係立咗立喺四強嗰度對住日本嘅部分時間啦、啊，因為都唔係咁夾啲時間真係、啊。傳緊皇馬啊佢，嗯哼，咁、嗯、啊如果安切洛蒂真係走去教巴西嘅話咧？ 唔係冇可能嘅，好，睇返呢個波一個增足啦，咁啊文尼哈撞跌咗呢個組號拍度，我唔好理啦，而家個波開返出嚟啦，三千分呢，前場左路面都住下落，咁啊有冇興趣過佢呢？但係有埋呢個艾利洛返嚟又冇興趣過囉。咁加返後面馬字又撞返俾三千分，三千分，咦、哎，腳面偏返出嚟呢邊啦，呢、這個應該係費格遜，好俾返三千分。 咁喺呢個前場進攻緊唔去得咧，哦、啊！一撞啊，撞翻個波，交翻自己嘅後半場喎咁啊，登、啊、克見到你扭尼斯，應該話蘇保斯禮逼到埋嚟啦。咁啊，一個轉身又咪交翻俾呢個門將嘅華布根，趟個直線就出翻嚟呢邊哥司登克。嗱，你文好暫時我都要講呢、這個呀，似乎喺前場三位大哥嘅配合就～ 有啲啲好似唔係好有感覺咁啊，彼此之間嚇、啊、都係個人去，咁啊莎娜會造就機會多啲嘅，咁啊都有一個同阿洛啊誒麥、哎、卡利斯打一個互傳啦、啊，頭先喺禁區裏邊不過搓搓到那個波斜咗咁解嘅啫，咁但係其餘嗰兩位啊真係嗯要多少少啦嚇，好拍到。 右路吸返住個波，而家呢個扯個中腰波埋遠處嗰邊三千分到啦，不過到先嘅就仲有呢個阿諾嘅啫，咁啊解圍出嚟啦，繼續個波，哎，又係被白禮頓執翻喎嚇，二哥巴列巴哥斯咁啊撞翻後面被登克，哥斯登克哎有啲禮計嘅呢個波嚇、啊，結果交失咗啦，千雙中場位置阿里諾啊截到啦，咁啊交俾蘇布斯禮，俾對手鏟跌咗個球證，話俾得益。 雲迪克、馬迪普、阿洛、麥卡利斯打球先嗰球唔追波，唔、嗯、可能自己難以相信嗰刻咧 <laughs>。 好放個長傳啦，係啦，就係、是、等呢啲啦，你咪好啊。呢、這個長傳呢，但係對方啊早有準備咯喎，阿、啊、哥斯登克咁啊已經食住你紐尼斯個位啦。咁華布根今日啲速率都放慢嚟踢噃。嗱、啊，以慢制行呢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啊，尤其是對白禮頓自己嚟講啊，係咪先上一場咁樣慘敗一比六？6, 即係老實講。 有时時瘋过過路啊，啊唔係要下下都即係瘋冚咁啊湧上去前面嘅，咁啊都係一個成熟進步嘅反應嚟嘅。好，阿里諾腳面撩俾沙拿，再回翻後俾阿里諾想出啫，唔得啦。嗯，睇嚟利物浦如啊，如果如果萬一、啊、上半場仲係鬼持咁樣嘅比數咧，入翻更衣室下半場出嚟咧，我覺得要換人啊，馬上要。 我又換翻個格普入嚟咧，多個人用下波而家嗰個用波嘅能力好似有啲唔係好夠咁樣。好啦，如果同期有啲咩比數咧，咁啊麻煩各位巴打都可以誒打打入嚟啊，報報嘅嚇，留個言咁樣樣。咁啊，當然啦，記得啦，就撳翻個拉、like、i 啦，對於本片嘅支持啦，入到嚟睇緊嘅巴打啊，唔介意你走翻出去撳一撳翻個拉、like、先嘅。咁啊，因為你撳個拉 i 好遠嘅。 好，阿洛，阿李洛，马利普，阿里神。不过你话头先射埋去阿典家个地波，老实讲，我觉得阿里神都系差少少嘅啫，即系佢又盡情挽救噶啦，但系佢真系差少少嘅啫，就可以救得到嘅。 魯斯達斯这场呢場波比較多傾向右路喎、嗯，忽左忽右啦。麥卡利斯打，咦、哎？呢、這個波送前啊，有少少醫院好咗。魯斯達斯乖巧一個後腳加轉身，回到個波给阿里洛再剁一個長傳埋喺禁區頂嗰度。沙拿走唔切啦，伊哥包到再回翻出嚟给哥斯，哎呀！但係呢個波又傳失咗，哥斯攞唔到啦。禁區頂嗰度蘇布斯来哎！呢、這個波想再去啦，又被呢個翻嚟嘅伊哥查炒咗。

轉咗上 Facebook，多謝你，Philip，Philip 係 Philip 經常都咁支持我嘅 channel 啊！哦，西咸咪領先扭卡一比零，嗯，唔該唔該。好，安东尼太耐，搖頭嘆息啊！唉，而家吹波好難做啊！咁啊真係啊，我都盡量做好呢份工㗎啦、啊！咁樣，我咪中場一個直線衝前，費加孫撞翻後拍到拍到一路去，哇！兩個利物浦球員夾低咗佢啦！麥卡利斯打同雲迪克，即係頭先失波嘅。 失波嘅出事組合啊！呢、这個咁啊，一球正吹罰咗喎。嗱拍到，哎，終於有硬淨嘅表現啦。不過幾硬都應該係麥卡利斯特困到佢係嘛？雲迪克嘅追，但係麥卡利斯特攤只腳埋去就攬到佢。好罰球，咦、哎？呢、这個罰球如果右腳戳埋去有啲機會嘅喎、啊。呢啲位置吓，俄、啊、眉月頂稍稍偏左嘅位置。麥、啊、登克擺定個波。 咦，唔通嚟个灯黑硬射？唔系啩，队长？咁你咪冇上半场真系冇乜话持续一段嘅攻势俾到我哋睇到吓。咁啊呢一点呢，诶、呃、大胆讲句，半场出嚟要换一换人啦。我觉得艾利诺今场波嘅发挥，啦我支持新仔啊，不过今场唔得，暂时睇到落去。咁啊纽尼斯啊，唔通真系后备入替又会好啲？啊，我睇下有冇啲招数可以换一换啦、啊。 系咪登黑去射咧？定系馬字登黑硬射？結果硬，即係硬兜兜射埋去個人牆嗰度。我再回翻出嚟，哎，丁解有路錯個波咪？哎呀，呢、这個波以為佢直接射門，點知呢個波原來係錯個力水，個路線唔係好啱，結果出咗呢個嘅底線球門球。咁啊，利物浦嘅後備球員啦，當然啦，後防嗰方面路。 誒、呃、路基張柏斯啦，祖高美斯啦，高拿迪啦，森馬卡斯啦嚇，仲有呢個昆樹啦，加分貝治啦，誒、呃、遠藤航啦，同埋多刻誒真係冇乜攻擊球員換啫喎、啊，啊唔好意思啊，誒我識咩格普都冇在陣中噶、啊、喎，咦咁啊真係加分貝治啦，咁啊擺個中場稍微偏向攻擊嘅位置咧，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啊。 不过而家是两难，你要随时 c o v 到可能麦卡利斯塔出现嘅漏洞，系嘛？奥、哦、苏布斯一个直线冲刺，老师大家师一个乖巧转身，交到俾纽尼斯，终于配合入埋，撞到、啊、中间那度，哎呀！沙拿门前板机会入网一比一，咁终于啦，终于有一次呢几位老大哥的一啲地面的互传啦。首先是老师大家师一个乖巧的转身啦，跟着纽尼斯执入去啦，咁最后呢就系、是、呢个沙拿空晒涉到入嚟由右路咁硬射劲射一个地方入网一比一。

魯斯達亞斯其實都有少少混嘅呢個波，轉身都框到下，框埋俾俾紐尼斯嘅啫。咁啊，原子登克自己本身一個後防嘅傳送嗰度咧，就有啲唔知佢想點啊嚇。咁啊，隊友又攞唔到，咪一比一啦。上半場嘅尾段終於追翻啦噃嚇，咁啊同上一次咧對熱刺嗰場波都係嘅。上半場嘅尾段咧都係憑住格普啦，咁啊追翻一比一嘅。咁啊～ 咁啊，要靠利物浦正選面呢一陣啦嚇、啊，除咗你話個別位置之外啦，你要今場波要贏啊，真係要靠正選呢一陣啦。原來睇翻個後備，因為頭先我趕住開波啊，就冇讀到，冇未讀到個後備陣容，真係前線啊冇乜選擇嘅啫嚇。馬迪堡，咁啊大家都謹慎，因為一比一其實都啱嘅。沙拿。 嗯，呢、这个转身想去，去唔到、啊。嗱，球证系咪吹罚咗二哥麻麻地啫，我觉得呢、这个二哥咁啊，第一场嘅演出啦、啊，暂 <laughs> 时。灯黑系啦，灯黑本身后场嗰传送都唔得啦，喺禁区里边嗰、那个。 其實準備就係佢最主要嚟自於呢個失翻一比一呢個波就係、是、嚟自於佢嗰個傳送嘅，即係唔係咁做咯。我覺得好利物浦個罰球戳埋去中間，哎呀華布根到啦，但係有個利物浦球員同時瞓埋呢個小禁區裏邊，咁咪撞埋一堆啦。會唔會華布根傷啲呢？路易斯達斯飛飛身埋去嘅，咁啊高普攬住，咁啊唔係啊，其實對面個龍門到先啊高普呢、这個波。

有冇十二码？有啦，白礼顿呢个波，哎，真係頭先位巴打啱喎，講得後场玩火、哦，喎。後场玩火喎、哦，呢、這个波输完一比一先至嚟後场玩火個才，嗰下先惨啊嘛！呢、這个波又係唔需要输㗎，即係，但係呢點解自己後场咁大意呢？e 哥回返俾呢个华布根，再送返前，哇，你咁样其实真係。佢回返前呢，直线加返前咧，俾有苏布斯礼追住嘅歌斯。 喂，大佬，哥斯好难攞嘅呢个波，华布根有问题啦，唔系好冷静啦。结果咧，苏布斯利压入去嘅时候咧，哥斯只手咧就已经系掹低咗呢个苏布斯利噶啦。啊，呢一下，呢一下死得啦，呢一下已经死得噶啦。啊，呢、這个系正正式式犯规，犯规重点12啊。咁啊十二码，咁啊哥斯又唔太唔能够太怪你嘅喎呢个波。 咁啊，同頭先麥卡利斯打嗰個波唔可以類比嘅喎，因為咁近交俾你，其實嗰個講緊嘅係佢有隊友，即係有人追住佢㗎嘛。蘇布斯禮，係嘛？華布根責任大啲，但係誒 check 啊，呢、這個十二碼冇啊，係掹低咗蘇布斯禮啊，呢、這個波咁明顯就係啊，睇下都要嘅，睇下都要嘅好啦，巴里頓自自亂陣腳啊！ VAR 又可以屈你记红牌？哦，唔好咁讲啊！阿 E，你位拖车，你位巴打，喂，老老实实，即系是,是其是非其非啊！唔好驾硬连带埋之前啲事件捞埋落去，一场还一场好唔好啊？好，沙拿准备主席呢个十二码入埋，就上半场梅开二度啦！咁啊，利物我讲咗啦，嗱呢场波大家分出胜负最好啊，唔系俾热刺啊抛嚟噶啦。 對對都識得逼佢百禮盾俾人睇穿啦，咁啊其實佢上半場佢又唔係好出事啫，係一兩下啦，係，得一兩下死得啦。好，咁啊華布根今日嘅表現都唔係咁好喎，睇嚟啊，莎娜、啊，哎呀十二碼二比一搞掂，佢話入係應該嘅，你睇莎娜個表情就知啦。二比一作客嘅利物浦上半場呢連尾段啊連入兩球，咁啊反先。 其實華僑軍今日咧同後場喺自己隊友啲互傳都唔係太過成功啊！咁啊睇下啦，迪沙比會唔會大膽到下半場又換個換走個龍門啦？嚇、啊，換呢個史迪爾啊！史迪爾嘅表現不啊唔差嘅噃。咁、嗯、啊十二碼冇得好講啦，呢、这個波你救唔到。依哥回畀佢，我睇下個時間性有冇問題啦。但佢再咁樣明買明賣交俾哥斯，呢單哥斯攞波嘅位。 就算蘇布斯拉追唔切佢啊，佢控得離身啲咋，紐尼斯都翻後都可以追追前翻佢。其實就真係好慘啊，哥斯呢個波嚇，咁啊焗住犯下天條啦。呢啲叫做，喂，繼續個波運送唔到嘅前場啊。好彩呢邊偉德文啊，將個波透傳點翻俾華布根啫。不過如,如果咁樣換走阿華布根呢，咁啊對佢個信心打擊可能比較大啲嘅。咁但係如果你等佢下半場會好轉呢，咁啊可能未等得佢好轉啊。 <laughs> 送多两下你睇都未顶嘅喎咁啊小心啦！好，巴拉顿呢边费格逊想死去又去唔到，巴黎巴嗱二哥头槌咁啊冇无解地作高咗，咁啊嗰边嘅三千分亦都攞唔到，费格逊亦都攞唔到，咁啊见到呢个嘅艾利洛亦都跌咗喺度，球证亦都吹罚咗啦。好咁阿洛话慢慢嚟咯，上半场咁样嘅赢翻二比一，好似唔系好吃力地输紧零比一。 亦都好似唔係太過辛苦地又反擊二比一啦，咁啊俾我感覺呢場波就係咁啦。同、呃、我預期呢係有一定程度上面嘅落差嘅，唔怕得再講句，冇我想象中咁好睇啦呢場波，亦都唔係咁精彩啦。咁當然啦，你話周中大家都有歐霸，咁啊二比二和馬賽作客嘅有白禮頓啦，二比零贏聖古老斯嘅你咪利物啦咁但係唔係因為咁樣樣呢？啊，定係大家都比較謹慎啲呢？ 咁啊，大家都有後防犯錯而導致嘅失波，三分哥斯咁啊，連場左腳快速啊，咁啊送嘅前場運作過度咯，咪過度唔到，得個拍道嘅走啊走唔切啦。誒、哎、頭槌點翻落嚟，馬刺又落翻喺呢個嘅麥卡利斯打腳下，分俾艾利洛、阿洛、麥卡利斯打、阿洛、麥卡利斯打、阿洛，俾俾翻麥卡利斯打，咁啊唔俾啦，呢、這個波俾人扛住啊，加翻後邊啦，馬迪普。 咁啊，上半場啊，保持三分鐘，各位球迷，咁啊，而家都差唔多，仲有幾秒鐘就夠噶啦。好，阿里森、雲迪克，三球都係後防玩嘢啊。百禮頓啊，辛苦好多。唔係喎，我都唔覺得白禮頓有幾辛苦喎。我覺得佢哋一度喺前場嘅進攻咧，都有啲。 惡嫌佢哋有啲輕佻添喎，處理得真、啊、真正正，即係有啲玩嘢喎。我覺得佢哋玩嘢嚟自於前場嘅進攻喎。當佢哋順勢嗰幾腳啦，啊你話巴列巴嘅射門啦，你話或者艾丁加啦，自己吸翻入嚟中路大啲嘅位置，再塞翻個斜直線入去，俾喺嗰邊左路壓到入嚟嘅三千分啦嚇。咁、啊、嗰幾個互傳，其實你話係咪可以處理得好啲呢？ 或者做得比較堅決啲呢，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但係嗰幾下就好似白拉頓又覺得咁樣贏你一比零，好似好輕鬆咁。咁咪成隊波都處於一個好似唔係太過緊嘅心態咁樣樣啊嚇。好，上半場二比一，但係唔好理啦，贏就係贏緊啦。咁啊二比一，咁啊利物浦啊，帶住個領先嘅戰果呢，就翻入更衣室嗰度嘅。 好，咪亦都佐作個預告啦，咁啊各位如果係意猶未盡，睇完呢場梗係要睇埋呢一場啦，就係、是、阿仙奴主場啊，迎戰曼城啦，咁啊可以話係英超開季至今嘅最重最重頭戲咧，就相信都係呢一場啦嚇，因為上屆嘅冠亞軍對壘，咁啊呢場波亦都係社區盾嘅翻版戰啦，咁啊大家啊準備，咁啊睇完呢一場伯禮頓對利物浦之後呢。 稍時休息一陣咧，咁啊記得上翻嚟我呢個 channel 嗰度咧，咁就可以繼續睇我嘅直播啦。咁另外一度咧就係咧咁啊，大家記得記得咧、呃，出去撳翻個 like 啊！咁啊，而家有二千幾位巴打在線嘅喎、哦，見到啊，咁啲 like 數咧就可以上升一下啦。咁啊，大家推動一下本片好唔好？咁啊，經常都要作呼籲嘅，或者各位球迷都可以留言呼籲下其他球迷咧，咁啊係啊，快啲撳多啲 like 去撐起本片啊！ 咁啊三千分係咪個狀態回落咗呢？咁當然啦，球員唔可能嘢嘢都揼到咁盡嘅。啊，百禮頓邊大禮頓新我，你覺得哦咁啊潘信卓咁你講嘢要完整啲嘛？你突然間咁講，原來你話你意思係佢哋逼和馬賽辛苦啲，係、哎、真係。亞、啊、記對曼城啊可以睇啦。 拉咗，系繼續拉啊，繼續俾拉啊。點睇西咸？哦，你問我點睇西咸？咁我要睇緊我先知點睇嘅喎。而家我唔係睇嗰場，我答你唔到噃。啊，仔，咪小白，可能同上次對維拉一樣，俾人落鑊大炒咁啊！嗯哎 呢場先係主菜咁樣樣，送禮頓。呢場先係主菜啊，咁你係利迷或者白禮頓迷就當然呢場先係主菜啦嚇。咁但係今晚 overall 嚟講，真真正正嘅大戰就當然係嚟自阿仙奴對曼城呢一場啦。咁啊，Danny 你好啊，係 <laughs> 係、哎、啊，即係經常係咁樣樣呢，即係啲波呢，呢、这個後傳互傳嗰啲呢。 都好小心，因為誒、呃，如果對面係嗰個嘅進攻嗰度啦，嗰、那個前場壓迫就做得好嘅話呢當然相對地呢個危機呢發生嘅情況就會高好多啦、那個風險啊！咁再加上你睇啦，華保根呢位白拉頓嘅門將今日唔係太過有信心，即係啲傳送啊腳下功夫，咁可能呢前面呢個伊、e、哥啦，亦都俾唔到一個太大嘅可靠嘅感覺俾佢啦，因為伊、e、哥同佢邊有夾過啫，係咪先？冇乜點夾過啊嘛，正式比賽嗰度。 咁呢個都會有影響嘅。咁燈黑啦喺誒輸翻一比一呢個波度係嘛？即係嗰個嘅問題都有嘅。即係佢咁樣呢、這個長距離嘅地波傳送其實都冇乜準程度嚇。其實佢唔需要咁樣做咯。兩隊都想贏啊，又怕輸係啊。我俾我俾我有種咁嘅感覺咧，唔係好去得盡嘅啫嚇。有啲。 有啲小心，所以我就係話兩隊咧踢得好似唔係好點講呢？即係冇嗰種唔係唔係嗰種好拼嘅感覺啊！咁，但係大家已經有三個入波啦啊！晏啲 <laughs> 又會唔會俾師傅睇通晒條路咁樣樣？咁我覺得又唔係話睇唔睇通條路嘅。<laughs> 咁唔通嗱，我當啊呢場利物浦對贏白禮頓，咁代唔代表我睇通白禮頓啲路咧？即係踢波嘅嘢有時就講緊唔、呃、可以用一兩個詞汇就概括咗嗰場波、成場波帶出嚟嘅內容噶嘛？輸唔代表你睇通我條路㗎，你睇唔通我條路我都可以輸俾你㗎。其實唔係呢個關係噶嘛。咁你曼城本身嗰個技術個層面睇高啲。 咁呢個曼城嘅技術層面係高啲，咁呢個都係無可否認嘅嘛，比較靜啲係嘛？咁亦都改變咗啲踢法啦。你咪抱嚇一隊集位嘅球員。欸、我講係阿諾嗰邊啦。利華廿一分鐘又領先一比零啦。阿朗數今季好好成績啊，係啊。咁啊，利華同埋嗰個周中都都有派啲後備球員上陣啦、啊，啊 好，利米撐啊！多謝你啊，Milk。白禮頓又反給利己嚇，咁啊呢個要睇下半場嘅演變先知噃。咁啊，因為雙方踢完歐洲賽體力未回復，咁當然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你睇翻，你睇翻白禮頓呢一場波，應該我數過係得四個球員嘅周中咧有正選上陣嘅啫。即係百禮頓就玩大輪換嘅。即係你嗱，如果你欣賞白禮頓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覺得啊，呢隊波經常咁多人輪換。

落手掹低蘇布斯底嘅係過失，但係呢個波真係反而嗱，呢啲啊反而嗰、那個肇事者啊反而唔係最大罪人，就係、是、咁樣樣啦。而家 <coughs> 輸緊一比二嘅白仔啊，你哋叫白仔係嘛？應該就唔會再輕挑啦啩，希望啦，希望啦。我想我想睇佢哋，即係唔係話輸唔輸贏嘅問題，而係睇下嗰個拼嘅精神啊，即係比較上心啲上去。 May 四啊，May 四嗰啲，你啊即係而家搬嚟，誒搬嚟茅夫，搬嚟石飛聯、勞頓，哇！好耐未試過有架英超咧，嗱、啊，單單純粹從季初去睇啦、啊，一嚟已經最少有三隊嘅球隊咧，你睇落去哇，冇噶咯喎，呢三隊都玩完噶咯喎，應該係，即係你會有咗咁嘅感覺嚇。咁、啊嗯、當然慢慢演變落去，唔冇企翻穩陣腳咧？咁呢、嗯这個唔知道，即係暫時看到你睇到你琴日睇勞頓，哇！ 嗰啲波控到落嚟呢，唔係我喺度諗緊，英冠都唔係咁樣樣嘅水平係嘛？咁點解會踢到咁樣嘅呢？咁石菲嚟完全係冇反撲力嘅呢隊波。你睇翻佢哋啊，得一分係嘛？咁搬嚟，我諗係喺翻低一個層面嚟講呢，佢哋會係有一個唔錯嘅陣型上面嘅演繹嘅。嚟到英超就覺得佢哋喺度班門弄斧咁咁。搬你茅夫咁本嚟有一個很好好嘅教練嘅，誒、呃、加利奧尼爾。 係嘛？咁你又唔用佢喎、哦？今屆突然間你又走去換個教練喎、哦？咁加里奧爾奧利爾帶狼隊，狼隊原本都被視為係鋼班膽之一，咁啊而家狼隊起碼拎得出嘅表現咧，又比你搬嚟茅夫好啲，咁啊唉，真係唔知有時啲球會啲決策係搞咩，搞乜嘢嘢嘅。

<laughs> 我現在在看我而家都睇紧个东个公司 send 俾我嗰啲消息啊，因为而家暂时就打风啦，咁唔知听朝点啦，咁我听朝早班噶吓，嗱早班嘅时候又唔知嗰啲九号啊八号啊走咗未噶嘛吓，咁啊但系落咗波咁啊两个钟头啦都要系咪先，即系啲交通嘅问题我都了解紧啊真系。

PPGMOL 又又出嚟道歉啦，係咪先？咁所以今屆就係、是、啊呢、這個呢、這個西門河拍再加 VAR 咧，個後果咧幾乎係道歉噶啦，真、就、係、是、要咁樣樣啊！咁啊上一場嘅利記嗰場啊，咁樣係咪？係啊，狼隊真係即即唔好講講咁遠住啦，翻翻嚟狼隊咁就係屬於即其實第一場我哋對住曼聯咧，應該起碼有一分嘅嚇。啊 應該起碼有一份可惜啲啊！嗰場波真係真係可惜啲，因為我睇尋日 A.C. 米蘭啊，冇啊基奧特做窿啊嘛。民記 <laughs> 電視台八澳風球可以唔使返工咁好冇啊？我我翻到去都冇用㗎，你你有其他同事㗎嘛？因為我哋個工作係一個好龐大嘅團隊配合嚟㗎嘛。 有前面嘅人，咁啊有幕後嘅工作人員，有揸機，有燈光，有收音，有道具嚇、啊，有編導演咁樣樣，即係各方面係嘛？有服裝，有化妝，大佬 <laughs> 你翻咗去冇用嘅，淨係我唔係啊，我唔係啊，我都係坐交通工具嘅啫嚇。係啦、啊，今日又有球迷話啦，咁啊艾蘭尼正選打曼城，咁啊唔通？ 如果佢正選唔通迪勤懷斯唔得啊，咁啊真係要睇過先知啦。咁啊要等等啦、啊，應該十點半左右會出陣容噶啦。咁啊可能係陣間呢，都會望一望講一講啦。洛迪呢個球員，你講緊洛迪啊？邊位洛迪啊？有幾個喎、啊？你講緊曼城嗰位洛迪係咪啊？正啊，梗係有輸送到有攔截能力，有後上射門嘅能力。

唔知啦，最后睇翻佢个阵容公布啦。而家我哋都系唔好喺度乱估啦。基奥特咧又可以踢多个位置啦。咁啊，我谂呢啲嘢就系、是、即系随机应变嘅啫。基奥特首笼就迪勤、怀斯同基列樹点比，老实讲两个球员唔系太同位置噃。吓咁啊，点可以比咧？不如问你系咪？ 咁啊！英國買完嘢一返到屋企就見到一比二 <laughs>。喺英國買完啲咩嘢先嚇？幾廿年前嘅愛華頓當然還可以啦。咁我哋靚仔睇波年代愛華頓都好勁噶。誒、呃，八四同八六年兩屆係嘛？八四同八六嚇，中年時八十年代中期有兩屆聯賽冠軍係愛華頓攞咗嘅。嚇、啊！ 系爱华顿攞咗嘅，诶、呃，爱华顿始终、啊，如果你讲个根基咧，英格兰嘅，如果你数英格兰九大球会咧，应该有爱华顿份嘅喎，咁不过今时今日就比较后退一啲啦。当然买日用品同食品啦、啊，哦，咁你讲买嘢啊嘛，买嘢个范围好广泛嘅噃、啊，吓。 咁啊，愛華頓咧硬橋硬馬嘅打法咧冇乜冠常嘅成，係啦，立啲啊，有唔有？我見到有有啲人話，因為大字㗎，愛華頓就覺得愛華頓好有希望，就係、是、咁樣先冇希望。你諗下佢一搬嚟手執住呢套啊，用到盡，用到冇搬嚟降埋班咁樣樣。咁你而家你話你要靠大字，可能有一定嘅穩定，咁但係喺個踢法上邊好難帶得到一啲向前進嘅一啲東西俾到你睇到嚇。 咁唔，其實我覺得唔係一件太好嘅事情啦。咦，利物浦唔通換人有換人嘅舉動咁嘛？下半場咧出翻嚟咧，啲球員啊，利物浦，即係利物浦咧，都係我都係上半場咁形容啦，好話輕輕鬆鬆咁啊，唔覺意又落後咗一粒，但係跟住咧，我又覺得佢哋唔太費力又反給翻二比一啦，加分背字入替啦，咦咦，真係咧～

咪要同佢倾倾话，你點点样走位，点样配合啊？阿、啊、云迪克亦都喺度啦，一比二，咁啊睇加分半字啊，佢嘅演出啦、啊，咁啊过去啦，德甲嗰边对佢嘅评论啦，话呢个球员简直系唔唔识防守，又唔积极去回防，啊对佢嘅防守评价咧系差劣到无論嘅，咁但系佢进攻嘅天分系有嘅噃。 咁咪下半場開始一波啦，巴拿頓。咁啊，睇睇立一立左邊呢邊呢先啦。咁啊，可以望一望清楚三尖分咩事啦。咁啊，頭先有啲班打就話：，咦、欸、咦，佢嗰個嘅狀態回落咗喎。」麥卡利斯达艾神马馬迪普。誒、欸，望落去咁樣啊，真係冇咗呢個艾利落噃。 嗱、啊，我真係我咪準先，咁 <laughs> 當然啦，艾利落喺反級二比一嗰個波，誒、呃、一比一個波度，佢漏一漏過咧都有功勞嘅，真係如我所言啊，JWJWCJWCHK，多謝你。 系嘛？我都話啦，上半場可能即係下半場一出嚟要換人。不過嗰陣時估計就係利物浦，如果仲係落後緊嘅話，因為我覺得艾利洛踢得唔好嘅，咁啊果然就真係換走咗佢啦。咁啊，你亦都冇咩人換㗎，其實都係換加分比次㗎啦。好馬志，咦啊呢邊麥卡利斯特想再去啦，哎漏咗喎、啊，點樣呢、這個波？啊費格遜擘大個口喎，哎越位！ 佢話：中間唔係有人包咗我嘅咩？<laughs> 包啊，包起你啦！你唔好覆嚟覆去啦，真係啊！個旁證包起你啊！咁啊，突出咗少少嘅呢個波，勁啊！真係勁啊！正啊！勁啊！果然俾我猜中了，唔得啊！個中場推進唔得啊！其實真係贏啊，贏在。

一彈轉身左腳嘅射門，又攤啦，又 block 到對方嘅球員啦。好，最後呢個馬刺就同莎拿撞一撞，咁啊莎拿就碌咗出底線，個波碌出橫邊界外。咁啊睇下係唔咪亦都可以印證下利物浦上半場嘅嗰種麻麻啦嚇，表現麻麻係唔係可能某個別球員嘅？ 誒、呃、一啲嘅位置發揮得唔係好好啦，咁啊所以要換人啦嚇。索、啊、布斯禮，咦呢、這個波大家踩唔定，嗰邊嗰個用隻鞋底又搓唔定咁樣樣喎，呢、這個馬字，咁啊最後一框框一出界，百里頓嘅架球，後場左路執起個波揼啦喂，兄弟又行前多兩步一揼揼俾拍到，跟住呢邊哥斯費加遜，哎呀送個長距離嘅車先。 喂、哎，爆到埋去喎、啊！艾丁加入到禁区，佢发埋左脚打一声，哎呀！艾利神啊，這個、真系救全家啦！呢个波唔系输输翻一球二比二噶啦！呢、這个斜线拖到咁靓啊，完全成个左路空晒。喂，利物浦嗰啲班人去咗边啊？哎，但艾利神挡完呢个艾丁加呢、這个命射啊，简直可以叫得上命射啊！吓，睇嚟举手示意有啲伤、啊。嗱、啊，艾丁加哇，就咗几份冇啦，最后一级，佢发埋左脚射啊，哇！走 阿里臣成個瞓咗開嚟，咁啊冇啊！你俾拍到都好難起腳嘅嗰、那個位，係、就是、自己起腳嘅啫。啊，佢啊射翻近處啊，原來啊咁近咁行啦，唔知係咪隻左手有啲傷咧？如果咁樣擋完之後啊，嗱亞歷臣瞓低連隨左手攀到個波嘅，咁、啊、但係定係隻左腳翹落地下度有少少？咦，見佢啊戴翻隻左手手套啊，真係可能左手有啲問題喎、啊，可能我射門經過嘅時候咧。 佢擋一擋到，可能啲手指係咪咬一咬呢？後活簡道嘅年代最勁啦，拖肥糖嚇嗰陣時啊，噏咪呃啊，嗰、那個八十年代中期愛華隊嘅陣容啦、啊，門將係守和路啦、啊，咁啊四個後防球員啊，史提芬斯列格菲，誒、呃。 仲有一个云特后卫，中场就有史提芬列特嗰啲啦吓，都好劲。沙宝啦，仲有一个苏格兰国脚啦。好三尖六啊六对二十二，诶今次六啊六赢咗啊底线兜头带翻出嚟交啦啊，仲向前带唔交,、哎、交啊计系快啲交啦，即系吓莎娜。 腳面撩過嚟呢邊，俾扭尼斯。扭尼斯彈彈到個直線俾佢啊！唔得啦，二夾一啦，咁啊，從呢幾下睇到白禮頓積極翻好多啦，巴列巴啊嗰啲即刻護翻住個波，但係始終去唔到，唔好死去啦，交翻咩門將啊？呢個華保根啦，咁啊送翻出嚟俾登克二比一客軍嘅利物浦仍然領先，但係啱啱白禮頓有個超黃金嘅機會啊！嚇，純粹亞里神啊救翻利物浦嘅啫，冇啦。呵呵 最後一關就梗係靠個門將㗎啦。好，登克放個長波過嚟，呢邊我攞、欸、到有冇越位？得 set 翻埋向後啦。撞晚真係早拍到，加埋禁,、啊這個啊、禁區頂呢邊嘅費格遜啊，呢個先係費格遜啊。咁啊，呢個禁區頂咧即刻嚟個右腳嘅勁趟射，咁啊高出咁小心喎、啊？呢啲波準啲嘅話，亞里臣啊，呢啲波反而冇冇一嚿添啊。 冇啦，白礼顿呢，果然下半场出嚟呢六分钟嘅时间呢，唉、哎，前场个逼抢个逼力大翻好多，咁啊似样啦，咁对两队或者对球迷嘅期望，呢两队可以有嘅风格演绎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哇，一埋佢啊，撞低对方嘅呢个卫特文啊，成个撞到抛起咗嘅鲁斯大阿斯，佢话喂，我都比较偏瘦噶嘛，你唔好咁撞我啦。 系啦，就沙普咯，沙普呢個球員我都幾中意嘅。八五年嘅年尼加啦，咁啊記得喺、呃、我好記得八六年嗰屆嘅足總杯決賽啦，咁年離加都有入波嘅。咁嗱，嗰屆老樹就威啲啦，就是、憑老樹入波，應該反級三比一嘅嗰場波。但係因為年離加愛華頓嘅日子唔係太過耐。 咁啊，嗰一輩嘅人嚟講，我哋數啊數翻阿列特啦，阿隊長列特，誒、呃，仲有個四號嗰列格夫啦，嗰啲嚇，嗰、啊、啲都幾好波嘅，真係嗰陣時嗰代嘅愛華，嗰代嘅愛華頓其實個踢法嚟講係屬於嗰個年代比較先進嘅。咁我記得史提芬斯同史提芬又同一時間入選英格蘭國家隊啦。愛華頓有冇機會東山再起？實有㗎。 實有機會㗎，好馬迪堡，回返畀滿將啊！里臣哥斯啊走前去逼喎，而家哥斯啊突到咁前喎，呢位中場中路嘅球員啊！ 放个过头波前场有路，诶、哎、红得靓嘅有苏布斯嚟吸翻入埋中间又俾纽尼斯纽尼斯向前猛推，又失翻个直线俾苏布斯蒂入到禁区里边，切个波远射三比一，1, 哎呀呢、這个波加分比字、啊、撞射啊靓啊撞尾啊阴光，哎苏布斯蒂系传呢个波传得靓啊，送到个远处嗰度咧等住执噶啦，竟然撞尾呢、啊這个撞射啊加分背字有啲唔系好好彩啦，哎呀呢边呢边就轮翻个门柱咧又救翻呢个白礼顿一命。 好沙啦！唉，咁樣多翻啲精彩配合先好睇噶嘛場波。唉、這個，呢、哎這個波咧，麥卡利斯打想再去啊，俾呢個費格遜橋走咗個波。祖奧拍到，攞住個波，睇下點發板啦。右路有人冚上係啦、啊，分過去俾右路啦。右路呢邊邊個反晒光咁啊！球場啊，睇唔清楚啦。呢、這個艾丁加攞唔到個波，翻翻落嚟。唉、哎，蘇布斯拉向前送啊，搏中對方球員，跟住麥卡利斯特二對一落翻喺呢個嘅費格遜腳下分翻去右路啦，俾翻呢個艾丁加。 送過嚟左路啦，三千分入禁區啦，睇下你點啦？誒、哎，撥過嚟禁區頂嗰度啦，拍到話攞唔到啦，俾對手睇住，撞翻出嚟繼續三千分，自己攞翻。二哥，好，二哥睇住咁啊，左腳分翻過嚟左路啦，俾呢個三千分馬志，咁啊馬志今日冇乜射門嘅威脅啊，可能位置嘅關係。哎，而家而家包喺禁區裏邊，沉落底線想出啊！ 这個波俾祖爾馬迪普 block 到，連隨去買佢又崩跌咗馬迪普球證有冇吹罰？冇吹罰，馬刺想再去馬迪普咧，就將個波撞出底線。啊，加分俾次，仲喺度回味緊頭先嗰個撞射入咗就回味啫，老兄老兄，你呢個波撞你喎！哇，哎、真係唔通你拆你神嘅因此感染咗你？ 当當然啦，我哋覺得呢佢對住咁大個龍門好易入啊！但係其實嗰個波咁樣送出嚟呢、呃那個力度、角度以及又有少少飄飄地嘅、那個波，其實有彈彈地啊嚇咁樣樣，咁可能其實掌握上面又冇想象中咁輕易嘅。好，而家講翻呢邊啦，白拉頓前場左路有個角球，馬字頭先好辛苦地咧單挑呢個馬迪普博翻嚟嘅，咁咪斬靚啲咯喎！

二哥、这个，好華保根，二哥佢望住啦，咁啊都係向橫傳嘅啫。睇嚟佢嘅用波能力又唔係咁突出嘅嚇、啊。登克咁啊放個長傳，哎過唔到啦。中場嗰陣咧又 block 到翻去自己後半場，加翻自己。嗯加腳球其啊了無目的咁樣樣嚇、啊，又落翻白禮頓嘅後防球員腳下，分翻過嚟左路啦。馬字三尖。 三子咪推翻中間啊！因為羅拔臣就即刻封咗佢個位啦。係啊，冇錯啊，羅拔臣呢走到過嚟呢個自己嘅右路嗰度呢，就進行呢個協防嘅<咳咳>。狼隊一比一。哦，過線，宋一晴啊，畀呢個馬刺出嚟呢個波沉得住。哎呀，嗰、那個後點嗰個費格遜啊，走過龍啊，加分比節。

麥卡利斯塔咁去啦，俾對手追前，純數姆斯蒂加把幫幫你先，回後啊俾返呢個阿洛麥卡利斯塔阿洛，咁啊越推越前啊放個過頭幫我前場左路一揼地有冇再去呀。有啊，老斯打先免力住呢個偉德文，哎今次偉德文贏晒喎嚇，完全封咗佢嘅去路，係點解勉勉強強教學？哎呢、這個幫我教失咗啦，落咗嚟，而家中路交俾沙拿沙拿，回後啊俾返呢個麥卡利斯塔，好又差返你兩版先。 羅伯臣，好 VAR 緊，麥卡利斯打感覺有啲迷失，係啊，可能唔知咪始終未係太過適應啊，咁啊睇睇其餘各場波個比數先，白拉頓一比二啦，韋斯咸就一比一，好狼隊嗰方面都係一比一啊。 咁啊，伊萨克呢就为纽卡数最快嘅，罗斯大师后场，哎呀，有啲几乎扭失，咁啊、這個，佢呢个差唔多失之制呢，好彩队友啊帮翻佢一把啦。咁啊，而家差返慢先，好沙拿苏布斯基即刻撞返俾右路去突破嘅沙拿啦。咁啊，靠近右路底线噶喇。噃。咁马治啊死死追缠住佢，纽尼斯喺佢隔篱，系啦，俾翻纽利斯啦，纽尼斯等你好耐噶啦。 再交後啲有呢個麥卡利斯打腳面啊，扯翻個後場，畀翻門上企到好出嘅艾利神。再呢邊麥迪克、阿洛馬利普，咦、哎？沙拿第一時間控都唔好啊，就交前啦喎，又路交又路，越交越向前。紐尼斯、紐尼斯回後畀翻呢個沙拿，沙拿望一望啊，點做咧？咁啊，今時今日佢啊好比較少個人突破噶喇。 咪再撞返去後邊咯，咁咪輪到祖爾馬迪普控下球先，又交俾壓到，哇！去到中圈位置踢波嘅呢個亞里神喎、啊、嚇，馬、啊、迪克，馬迪普都級級過咗呢個三千分，一路向前向中路向前帶，哎呀避得一個，避埋第二個啊，冇咁好彩嘅，你都係困下困下嘅啫。呵呵 早啲俾好啲，你一個中堅走咗上去嘅話咧，你個位啊漏空咗噶啦。好啦，咁啊，委碧克要降臨啦，呢、這個時間唔多掂噃。今日你有啲毛躁嘅費格遜啊，咁啊北竟後生啊費格遜，嘛好表現，但係唔會好穩定嘅後生仔啊，等啲、哎、老兵入替，委碧克降臨。<coughs> 系三千分金，今場波都唔係好撻得進，咁咪唯有可能等，都係等佢突然突如其來有一着啦嚇，有一段推下可能會帶嚟一啲成果都未定嚇，咁咪諗係咁諗啫嚇。艾利森，嗯好啦，隨住下半場一出嚟，歌曲呢，呢段時間又似翻上半場咁啦，大家都好似吓、啊，輸贏啊冇乜所謂啦咁樣樣。<laughs> 咁啊，整體上面個場面有啲失望嘅啊。不過當然啦，明白嘅。其實而家英超有有歐洲賽，你好難期望話場場都係你預期中咁好睇噶啦。咦、哎、呀，呢邊阿洛送前，沙拿走唔到呢個波，執得唔錯嘅個路線啊。其實執得唔錯，力水大少少啫。不過你唔係俾到咁大力呢，你根本又唔去唔去個波啊。 好啦，輪到呢邊啦，呢、這個依、e、哥，哇咁樣一上陣啫，初點講啊，初上陣，而家揞住對腳喎，坐低係咪唔得咧？咁啊，今場波白禮頓啲後防有少少甩漏，我覺得唔知係咪同呢個依、e、哥佢嗰個嘅誒，大家未夾到好熟有關係啦。呢、這個雲客機咁啊入體，咁啊佢先係正選中堅喎、啊，可能佢入嚟會唔會更加好咧？老實講啊，迪沙比，我覺得啦嚇。啊 雖然話賽事頻密啫，但係你話中堅啊門將呢啲位置係唔係需要做到嘢嘢輪換呢？我覺得又未必嘅。老實講，如果你身為一個中堅，你旁邊個拍檔，咦成日嗨，你係邊位啊？你唔同人嘅話呢，咁好老實講，即係對於個默契嘅產生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啊！尤其是中堅，即係相對地十一個球員落場，有啲位置老實講係冇咁嘥氣嘅啊！呢、這個我諗大家都明噶嘛。 中間呢個位置其實係咪可以持續啲呢？唔好咁輕易變化呢。尤其你英超，你而家談不上係可要可唔要噶嘛。你唔係聯賽杯啊嘛。好話依哥咁啊，亦、这个、都要換一換人啦。頭先個中鋒就因為純粹係表現問題，依、这、哥、个、就因為傷勢嘅問題啦。咁啊，登黑話：，其實我隔翻雲啦，呢、这個雲客機可能更加好都未整多。咁啊，可能華布根都覺得佢可靠啲噃嚇。

阵啦，咁啊阿仙奴咧呢、這个阵嚟讲咧，即系诶帕迪又唔系正选，咁啊小天马都唔系，沙家仔都唔系啦，咁你可以讲诶、呃，当然啦帕迪唔好计啦，因为佢都伤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前边冇咗嗰两个咧，两大元素都冇晒啦，吓、啊、两大元素都冇晒啦，出坐真奴。 咁唔係太過完整啦。如果呢今時今日呢隊阿仙奴嘅陣容，雖然話對面呢洛迪都有受傷啦咁但係佢哋人腳係比較豐盛一啲嘅。好，麥卡利斯下中場一個轉身啊避到，咁啊交翻過嚟呢邊嘅沙拿，再直線送前，俾翻麥卡利斯下，沉底全都走啦。呢、這個波，哎呀落嚟波波子己咁啊，仍然落翻利物浦沙拿腳下喺度禁區帶翻出嚟先，咁啊回翻後面啦，又副位。 阿洛沙拿，哎，連隨帶走啦，但係走唔過喎。嗰陣三千分，三尖分呢個波似係截到，跟住又自己甩埋腳。轉轉間，利物浦中場中路再組織個攻勢，依麥卡利斯打一個轉身啦，咁啊球證本嚟想吹罰嘅，但係利物浦仍然控球，在腳下加分比字。撳佢嚟呢個轉身射門，呢個波一個轉身射門啦。咁啊睇得出加分比字啦，呢、這個球員喺進攻啦入射嗰方面嘅天分啦，呢、這個轉身都利落嘅。 系射門嗰下，只左腳就冇乜力嘅啫。咁但係見佢呢個後腳一橋，面對住喺登黑面前咧射翻近處，畀門將嘅華布根接住。咁啊，而家登黑又由右中堅移翻個左中堅嗰邊啦。咁啊，雲客機呢，就係踢呢個右中堅。咁啊，你諗下係咪先咧？中堅嘅位置你又左右又掉下，跟住人選又唔同，其實真係唔係咁好嘅咋。 好呢、這个波佢云客机啊上前飙啊飙唔飙啦？飙唔甩，我沙拿仍然控球在脚下向前推啦。睇嚟要独立，独立会唔会难知呢？哇，有啲勉强，仍然喺变线而家带翻出去禁区外控住个波。诶、欸，咁个波出咗横边界外，系佢唔要定咩呢？哦，系啦，利物浦嘅界外球，苏布斯尼、阿列山大洛。 未有官方陣容，誒、哎、咁啊傳啫嚇，咁啊睇下係唔係呢啲陣容啦。咁啊之前一之前一度盛傳咧，薩卡仔同小天馬，尤其是小天馬都可以復出嘅，跟住托馬斯帕迪亦都係可以復出嘅。咁但係如果個傷勢真係唔係咁 OK 嘅話，老實講就冇得搏嘅呢啲嘢。咁啊打士氣啦嚇，咁啊對曼城，即係好老實講，誒、欸、踢得好好睇睇啦，儘量。 好马斯哥斯，哎呀呢、这个左脚立落嚟，哇阿乐、啊、拉唔到，但系个波摊向后边一大堆嘅空位度。如果你话摊得正啲啊，你好似助攻俾三千分去噶啦呢个波。哎呀好彩又冇咁正，跟住云迪哈大脚解围。下半场去到六十六分钟过外啦，纪录仲系一比二啊，白里顿啊落后紧嘅。咁、嗯、啊，随住下半场出嚟头嗰十分钟比较激烈啲之后咧。啊 冇啦，冇啦，又探翻慢板啦。哦，纽卡素反击米斯咸系嘛？咁啊，睇下后备有冇啦，即系嗰啲誒。哦，唔喺，沙家仔直情係冇喺個陣容裏面。咁當然啦，你要同英格蘭國家隊磋商，即係你話對澳洲嗰場嘅國際賽、友誼賽唔踢，對意大利先俾佢上陣嘅話，咁你呢場又唔可以俾佢出噶咯喎，其實。 啊，唔系你又冇道理噶啦喎！今季啲波咧好多时间短时间反级，系啊系啊，今届系多咗嘅。咁啊，啊座真奴啊冇梦游，佐真奴唔、啊、系一个梦游嘅球员啊。不过佢过去系有啲好大嘅过失嘅，系有嘅吓。咁但系佢唔属于梦游啊，佢过到嚟阿仙奴踢得好好、啊、噶，正喺上面。你唔觉咩？留料待定。<laughs> 好苏波师弟咁啊，中场中路带住个波，诶、哎，分翻过左路入攝的有这个路子射嘅，有呢个老师打先射翻向远处近处都好啦，边条柱都唔中，好，咁啊有一场虚惊啦，咁啊尽量做好啦，咁啊其实都唔系话有冇信心嘅问题嘅，系嘛，上街我都去到季中打后。 我先同大家講，亞仙奴係可以有能力向住呢個冠軍嘅目標進發嚇，一路我都講前四嘅。即係當你哋人人都認為冠軍係亞仙奴嘅時候，我都係話前四嘅。呢、這個唔係有冇信心嘅問題，信心唔係靠把口出嚟。誒、呃，明知不可為，都要夾硬話得嘅一定得嘅嚇。呢啲唔係信心嘅表現，呢啲係敷衍嘅講法啫。好，哥斯。 啊，分過嚟左路啦，畀翻呢個嘅馬字，法登克哥斯嗱入到嚟，韋碧、啊、克就未未係好利用到啊！照計韋碧克有一段嘅體力咧，百入禁區咧，啊接應啲過頭咧，應該有威脅嘅。你做唔做到？即、就、係、是、下半場嘅呢個祖奧拍檔，亦都係靜咗嘅。馬字三千分，三千分就成場都靜靜地喎咁啊，而家唔好咁靜啦，喂大佬！

咁咪睇睇咯，迪沙比睇睇，头先個波有冇事吓、啊，未、啊、系死球啊，睇得嘅吓。呢个波波自己弹入禁区里边，左右云迪克加多着，咁啊艾丁加嚟唔切啦。咁啊呢个波应该系角球嘅，睇翻头先马迪堡系，不过三千分係冇跌噃。我嗱佢计一计三千，诶、哎、云迪克系咪手球咧？就咁近該啊，应该冇啊，系嘛？嗱两个疑点呢、這个波啊，两个疑点诶。哎

係有觸碰嘅，不過不过呢佢又冇跌嘛啊嘛咁，但係最後呢，跌跌撞撞個波呢，就省埋去雲迪克嗰度。雲迪克隻手係咪有碰到個波呢？我哋都要再睇慢鏡，好似係啦咁、啊。但係咁近距離你好難畀嘅。馬刺開出呢個角球，咦、哎、啊！阿里臣手隨打出，沙拿底下攞得唔係好型，艾丁加包翻晒個位，咁但係冇啦，畀唔到啦，咁啊所以加翻後面俾門將嘅華布根。 好，華布根、登克咁啊！我諗啲球員啊、教你都識球例嘅，咁佢哋可能認為個波係直接省中手啦。好，咁啊呢邊啊三千分，有冇得再去啊？面對住阿羅伯仔，羅伯仔仍然喺右路防守喎、啊、哥斯馬治，咁啊如果輸埋呢場白禮頓就回一回落翻去嘅嘞喎因為都連輸兩場英超喇。雲客機。 一叫叫翻過嚟呢邊啊，韋達文咁啊叫得唔係好靚啫喎，咁啊但係而家又唯有竭力保持翻個控球權啦，惹嚟對手嘅犯規，好呢、這個波有路嘅罰球，不過離門都好遠，咁咪好咯，咁大家成日話想阿殺卡仔唞下啊嘛咁啊有得俾你唞啦，咁啊講笑啫，當然啦傷就梗係唔好㗎啦，咁但係有傷都冇辦法係嘛，即等於利物、呃、等於曼城咁，喂。

冇錯啦，咁啊一如所料都係呢一個嘅陣容。咁啊最主要啦，嗱頭先個正選陣容我哋睇咗啦吓，咁啊睇埋呢個後備陣容先。南斯、道基維奧、Tommy Asu 啊、Party 咧、托馬斯、帕迪係後備㗎。咁啊路維仔、韋拉誒、啊、小天馬都係後備。嗱咁啊真係堅㗎喎，呢、這個小天馬嘅復出係嚇、啊。Nelson 同埋夏力斯都係後備。咁啊後備有啊小天馬衝一衝咧，咁我都。 淡定啲，即係起碼起碼嗱，阿仙奴今場波咧，你嚟緊你講緊嘅後備咧有變焦嘅元素喺度啊！我成日強調元素呢兩個字嘅。好，雲客機放個過頭波啊，我扯去邊度啊？前場咁啊，韋碧克交個右路阿丁加，唉，依兩下嘅推進唔係好成功，話係點㗎？啊，我翻嚟回防嘅老魯斯阿斯今日好勤力啊，不過不過，達斯斯係回防嘅多今日。嚇、啊，誒、哎。 護到俾呢個卡利斯打，再送翻俾呢個阿羅伯仔，羅伯仔 set 翻個波高波入嚟後場嘅中路，沙拿控落嚟，再加翻後面。咁啊前場去過啦，咁啊送咗前場易斯達斯，分翻個左路，加翻比治，羅伯仔有一個高波傳中，哇有啊頂到啊呢、這個紐尼斯啊，不過係完全唔中目標嘅。<laughs> 高普好唔滿意呢個波嘅推進係咪？叫你斬出啲啊嘛佢都冇冇得衝頂，佢原地跳嘅，話，那個威脅咪梗係弱㗎啦。長此下去啊，南斯道應該考慮下自己嘅前途啊。k e n n y 我問你一句啊 k e n n y 其實南斯道啦，加盟之前啦，咁啊嚟阿仙奴嘅時候啦，啲球迷揶揄佢啦，話阿仙奴點解買個降班門將啦仲有二千幾萬磅嫌貴啦咁樣樣啊。 即係我想講，唔係抨擊藍斯道嘅質素，而係如果唔係阿迪達睇中佢嘅話，你覺得藍斯道今時今日效力緊邊隊啊？係咪？所以而家稍為寄居一時嘅後備啫。我唔知道藍斯道點諗法，但我哋就唔應該幫佢去諗咩要考慮下自己嘅前途啊，唔應該留低亞仙奴啊咁呢啲。這些 老实讲，当日如果唔系阿迪达睇中你嘅话，你而家都可能系喺啲英冠啊、英超嘅降班队徘徊紧嘅啫。冇啊，冇胜存，咗边间大球会都系同时间睇中南斯道啊！即系我讲个意思就系、是，呢、这个教练其实对你有知遇之恩，帮你打起咗，你亦都凭住自己嘅表现有入选埋英格兰国家队。咁但系而家好话唔好听，半季都未到，已经要谂为咗个位置而离队，我唔同意咯。 我绝对唔同意呢啲谂法啊！我之前嘅集数我都讲过，你冇阿迪达，你冇阿仙奴，你都冇今日啦、啊。虽然你系有能力，咁但系你嘅能力系咪强大到不作他人之选咧、啊？肯定唔系啦。而家话得到俾你听啦、啊，点、啊、会点会系咁样样咧？系咪真系噶？如果唔系阿仙奴收购佢，佢可能而家效力紧边队啊？咪仲系一啲可能系？ 护级嘅分子咯，系嘛？可能继续系搬嚟茅夫啊，或者去咗搬嚟啊，即系我作个例啦，咁样样。好，马志，哎呀，呢、这个波八列八，咁样无端端咧就俾呢个达文纽利斯咧硬咗下噃。 巴列巴咧呢场波睇落去咧，你见佢呢有几下几 sharp 嘅咧，全部都系嚟自于啲个人嘅推进、啊。啊，好阿迪加，咦呀，右路沉底呢、這个波好可惜啊，沉底啊，全底啊，系嘛？出咗个波出横边界外。点睇狐狸星班？唉，狐狸星先算啦，而家就系季初。 大佬啊，而家就算排榜首啊，都唔代表到時係升到班㗎，係咪？史東斯返嚟咁啊，最近幾次對曼城都唔係負添，咁啊冇辦法㗎啦。一隊球隊成季流流長，梗係有啲傷員㗎啦嘛，係咪？下下都大家負添十一人係機械人先得啦，真係。馬治呢個 boss 企圖想左路猛推，但係睇嚟呢，俾利物浦個球員砸低咗，應該係沙拿。 定係啊呢、这個阿洛同埋高拿迪嘅三文字啊，嗱唔關沙拿事嘅，沙拿推一推啫，唉、哎，最後接觸佢嘅就係呢個高拿迪啦。咁、嗯、啊球證啊安東尼塔來吹罰咗，咁、嗯、啊底線龍門後面啲八拉頓球迷亦都非常之激動，咁啊進攻左路禁區邊緣對出咧就有個罰球嘅，咁、嗯、呢、这个波扯埋都幾大威脅嘅應該 好，咁啊睇睇呢个波哥斯定系马字嘅处理啦。咁啊哥斯先举呢右手，马字去斩先真嘅。哎呀呢、这个波，哎呀二比二。诶、哎，睇睇球证有冇举旗先。旁先冇批评。哎，登克啦，头先老实讲输啊，俾一个波你系半罪人嚟噶吓。咁、啊、呢、这个波直接斩埋明买明买登克撞入二比二。咪睇翻有冇越位先？咦，影都影罗伯神噃吓。啊

上午串，下午串，咁樣撞入，咁點解係咁影住羅阿羅伯仔？係咪講佢佢漏咗登黑？嗱二比二啊，肯定噶啦！而家呢個波下，咁连連隨都換人啦，六啊六又被換走，二就入替祖高美斯。咁啊頭先個波啦，馬字啊自己搏翻嚟啦，從沙拿。 阿洛同埋高拿迪三個人當中呢，就被夾跌，咁啊逼一個罰球，咁呢個罰球呢，本嚟哥斯啊走埋去呢，亦都舉舉隻右手嘅，但係你以為佢斬啊，又唔係佢斬，竟然係另外一位球員馬字自己斬翻，自己博翻嚟自己斬，咁啊斬到个呢個波一個落點嗱，誒唔係馬後炮咁講啊，相當之靚嘅，好急勁嘅一個落點啊，落到嚟喺一個小禁區頂嗰度，但係漏晒。燈黑。 用只上五寸下五寸撞入，真系都为自己證明翻啲嘢啦。好二比二下。而家目前咁啊和嘅話，啲分數有距離㗎咯喎。左高未先？嗯，呢、这個波翻到嚟救價嘅有早浩拍到。係啦，我想講嘅一件事情就係、是、利物普又唔覺得你下半場呢好積極地尋求。

跟住祖古美斯又過返嚟，解围又落返去三千分下，又腳下亂亂拍到再撞翻俾哥斯再撞翻俾拍道嘅入蝕，推多步就有禁區㗎啦。麥卡利士打應該撞低咗佢，求證嘅安東尼太來吹罰啦白禮頓呢一段時間呢，呵呵簡單啲講叫精神翻啲喎嚇。哥、啊、斯第一時間撞翻俾拍道係咁撞啊！啊麥卡利士打係咪有啲困低？定係本身隻手有啲動作推一推呢？ 係啊，我咪就係話呢一場波，白禮頓同利物浦如果和嘅話，其實真係益咗二次㗎咋，所以分勝負冇衝頂啊，蘿蔔神係係咁影住佢啊嘛，咁啊溜咗啦，我簡單啲講，就叫漏咗啦嚇，咁登黑個波都時來運到嘅啫，老實講，如果佢係咪真係好有目的咁去射呢，又唔似係。 即系佢真系撞到个上五穿下五穿，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咁啊禁区啦排人墙啊，大家推撞啦，左号拍到又跪低咗啦，但系拍到啲眼神好得意嘅，带啲空洞嘅感觉嘅，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呢？吓佢啲眼神啊？所以佢个样子好似空唔起上嚟咁，可能佢其实好空都未顶噶喎吓。好啦，就系呢两位啦，又系马自再加哥斯啦，呢对佛，诶、哎、同等嘅位置，同头先追翻二比二。 咁似哥斯嘅射門，哇兜嘢省咗落去沙拿嘅後面嗰度。沙拿話嚇，你做咩省我啫？咁啊彈出底線，角球。嗯，呢、這個波效果差好遠啦。哇！你高劉易斯你講呢個哥的奧拿讚佢大家如果有睇周中嘅 champion 啲嗰个嘅作客贏歐比萊比石呢。

好咁哎呀，艾丁加又避过咗对手喎、啊，呢、這个波沉底 cut 翻波。哎呀，早户拍到送礼啦，呢、這个波难得嗱。利物浦呢段时间好乱啊，你白礼顿精神，艾丁加啱啱啊剛剛右路底线呢，避过开咗一个对手啦，沉底传中呢个地波前处位漏咗噶啦。嗱，睇翻呢个应该系艾丁加吓，cut 翻个地波就嚟，前处漏咗啦，十二码点对前所有位置嘅早户拍到啦，哇咁空啊！ 數碼佢撞射，睇怕三比二啦。嚇！嗱、这、呢個波同頭先加分比字嗰個撞微波嘅不同之處咧，其實呢個波嘅機會率仲高啲嘅。但係佢啊，佢啊炒高咗。哇！利物浦大難不死啦！呢、这個波咁啊，睇下紐尼斯可唔可以咧即刻咧攞你命？誒唔得，交後畀蘇普斯打，再交橫畀到呢個嘅麥卡利斯打，想再比橫嘅就係省眾安东尼泰萊。 好，我咪重新再做啦。雲迪克咁啊，今交翻俾呢個嘅誒羅伯仔。乜魯伊斯達亞斯都係嗱、啊，雖然我好中意呢個球員啦，大家都知㗎啦，但係今場波嘅表現就嗯麻麻地啦啊！普遍嚟講，大家都麻麻地啦，係大家都有精神咗一陣咁樣樣，換咗人又唔覺得太穩陣。啊，白禮頓呢一段就叫精神嘅噃嚇，而家個勢。 咁、這個、啊！而家利物浦想壓翻出嚟踢啦，咪羅伯森呢個波傳中華布根嘛，今日接得最有信心就係呢下。我碌翻個波出嚟，哎呀！呢邊級一級嘅馬治俾翻呢邊哥斯送啦，三千分閃身一臂，避開咗呢個祖高美斯靚嘅，但是高拿迪又好難逾越嘅喎。但係佢有兩人两者之間推埋去博到佛球，哇！呢段時間。 呢段時間嘅白禮頓咧，頻頻憑住個人技術啦，一啲嘅突破啦，搏到啲佛球翻嚟啊，有馬字啦，有祖奧拍到啦，有呢邊話唔好漏咗我，仲有我三千分。佢話呢啲嘢本嚟就係我做㗎啦，祖高美斯從後推跌佢，球正送上一面黃牌劍，當然要吹佛啦。咁但係呢下呢，閃身過咗祖高美斯呢下過得太輕易啦，唉，真係要問問佢點解啦

好呢、這个波马切将埋远处嗰边，哎呀，系咪呢个啊？边、這个嗔嗔啊？阿韦碧克想 set 返埋嚟啊，塌塌地喎呢个波吓。好前场得沙拿一个走啊，一对三啊，唔得啦呢个波。 好誒，各位巴打同你講翻聲，我 refresh 過嗰個嘅 YouTube 嗰個版面嗰度嚇，咁啊唔知有咩反應咧？大家仍然睇緊嗰個直播，繼續繼續去嘅係嘛？咁啊，可唔可以話話翻俾我聽？去到下半場嘅八十七分鐘啦，已經係二比二嚇，好華布根咁後場左腳踢前，依、e、個波咧雲迪克啊作翻埋前面先，哎呀沙拿幾乎到啊，哥斯啊撐到腳先，馬哲話唔好俾佢漏出界外啊！ 一个转身连除啄啦，正常系嘛？O K O K，唔该晒，多谢你话翻俾我听、嗯。祖高美斯，哎呀，喂，祖高美斯好似啲转啲转身有啲慢咁嘅，好早拍球，系、哎、祖高美斯今次啊，啱啱好似路过咁，咪攞翻个波加分背字，送我呢边嘅罗伯信，咁啊再左路等紧你嘅咧，应该有呢个路易斯达斯啦。 再送翻前面，畀翻羅伯神。羅伯神，哎呀，吸翻個回翻個波出嚟畀。但系先，哎呀，呢、這個波烫射，咁啊冇乜準成啊。今日佢嘅表現都係麻麻啫。我呢邊白禮頓啊，繼續換人噃。咁啊，呢個啲眼神有啲空洞嘅，租拍度就被換走。佢話：你都搏到差唔多啦，就俾呢位啊神童去踢啦，法迪。 学曼聯咁保持反咩絕地反勝啊！咁啊好難嘅，又唔係話講咁易嘅。哎，利物浦逼甩咗白禮頓嘅波啦，咁啊沙拿送到禁區裏面，蘇保斯禮一級級過一個，再俾分。哎呀，後面嘅沙拿想撞射啊，唔成功啊，叫啊叫啊，都叫唔、啊、過呢個巴列巴。咁啊，佢啊想再推翻三個波啦、啊，加分比時就有啲棘低佢啦。 西咸二比二，O.K. 唔該晒，唔該晒，唔該晒。哎呀，西咸同紐卡素都踢得咁燦爛啊！二比二，咁啊係啦。如果按照嗰啲定論咧，有有有啲球迷會咁諗：哇，哎，紐卡素都贏到巴黎四比一咁樣樣。咁啊，而家你唔通話認為韋斯咸都贏到巴黎四比一 <laughs>？好，攞個仔大下先。 纽尼斯、拉伯仔，再加翻麦卡利斯打。今日纽尼斯又系冇乜波到啦亦都冇乜位放咗落去俾佢咧，拿住個波推一段啦。咁啊，但系冇啦，都系講翻呢句利物浦冇人啊，因為有啲停賽啊嗰啲嘅問題啊。好，云迪卡，英超三場都和緊。 咁啊，等緊沙拿嘅武指氣法係嘛？咁啊，叫緊武個喎，沙拿又真係。紐尼斯，咁啊，睇下下半場保時保幾多啦？而家就即將法定時間九十分鐘就夠噶啦。哎呀，呢、这個時候放個过,過頭波長住入到禁區里邊，攞不親，兜翻波埋中间哇，沙拿到噶啦！好彩呢邊咧有阿登克解圍嘅啫。再落翻嚟利物浦個腳下球啊！咁啊，左路底線前加分比次挑嗰個球員，再撩翻下後啊，撩唔到俾隊友喎。但係佢。 即刻好勤力誒撞，我、呃、想撞低呢個艾丁加，咁、嗯、艾丁加亦都回防咧好積極，攪嚟攪去都唔清清唔到個波，加分俾自立，咗個波，送佢中路，中路嗰度又 b l 翻出嚟，仍然落翻，你咪鋪個進攻咗，路，蘿蔔神蘿蔔仔帶入嚟中路啦，塞個直線想俾魯斯拿先去走，塞就係咁塞啦，位都係嗰個位，不過俾就俾得大力咗，保持保四分鐘。 嗯，高普係咪有啲失望呢？我哋基啊，即係最主要談論個話題呢，就係你揾麥巴比去做波係唔得嘅。嗱，我覺得呢，你睇翻佢啱啱喺摩納哥出道嗰陣咧，如果你將佢個踢法係多啲調教一下呢，又唔係冇可能嘅。不過， 呢幾年佢都踢到成晒型，佢都係咁樣樣噶啦。你要佢做翻嗰家嘢咧就唔得噶啦。咁啊安迪基啊真係你講得啱啊，真係好似食錯藥咁。西咸今年 O K 啦，始終佢哋上屆攞咗個歐洲嘅杯賽啦。 嗰個球員嘅信心係唔同啲嘅。好，沙拿面對住馬刺，沙拿面對住馬刺，落到禁區裏面，過到馬刺都過唔到三千分啊！啊，三千分後段就好翻啲嘅喎啊！呢一場波好啦，殺出重圍，一路帶，會、哎、早高美斯啊，攔腰瞓落去，瞓到落加分俾字嘅腳下啦，再回後俾到蘇布斯拉加分俾字。好啦，憑住你嘅進攻天賦點樣樣啦，都係分個老大哥入。 入埋禁區裏邊俾沙拿橋啊橋啊橋啦！出第一個送到門前，門前冇利物浦嘅球員，但係解圍翻出嚟咧，又落喺呢個嘅祖攻美斯嘅腳下，再嚟一個遠射嘅麥卡利士打又 block 翻出嚟，再度落喺祖攻美斯嘅腳下，立翻順，咪交翻去旁邊嘅隊友雲迪克、蘇布斯利，給斬入禁區又唔得喎呢個波，斬俾邊個啊？這個 <laughs> 咁啊，藍斯到唔正算都冇問題嘅呢場波啊！如果個個都話機會留俾一啲誒、呃、有準備嘅人，咁啊大家都有準備㗎，咁你俾邊個係嘛？咁 <laughs> 你俾邊個啊？你唔可以話拉亞冇準備喎、哦，係咪？好哥斯前場立住個波，誒等咩呢？啊等呢邊啦！阿巴列巴都可能搏到真係咁上下啦，有啲抽筋豬喎、哦。 咁但係問題係咧，保時又差唔多嘅咯喎，你起唔翻身嘅點算咧？都要起翻身啦。咪古道斯係勁嘢，咁啊迪勤懷斯啊擺咗對呢個斯華，咁啊迪勤懷斯今場波啦，嚟緊如果你睇個排陣，就應該會係偏向中場偏左路嘅位置啦。啊咪呢個都係我都想睇下嘅位置嚟嘅，你睇下今場波嘅發揮點啦。 馬茲塞米界球等入嚟，哎呀呢一、这個嘅發的扭局，哇！嗰邊嘅位逼克連隨閃身轉入去噶啦。不過雲迪克嘅擋住，好，你碌翻個波出嚟加分背字，哎，向前推進啊，十分快速啊呢、这個球員。再又巴列巴追前住佢啦，抽筋嘅啦喎！頭先佢話：，哇，追咁多嘢真係唔掂，咁啊仲犯埋規添。但問題佢真係抽筋嘅。 反而呢個連續放咗咁多段嘅艾丁加都冇事，睇翻加分背字呢個波，哇！加分背字個身都啲身都幾利落，幾輕咁喎。係去得幾順。呢、这個球員係有佢嘅潛力嘅，不過偏向進攻屬性啊重。好巴列巴就被球證啊吹罰，仲送一面黃牌俾佢添。嗱，保時就過晒鐘㗎啦。咁睇嚟呢場波暫時睇和波機會好濃厚，但係利物浦仲有個罰球。

一搓咁、嗯哎、啊，哎撞翻个波后边苏博斯蒂斩啊，系啦呢个波斩哎呀呢、這个上嚟倒挂唔得，嗰、那个又漏咗落翻嚟加分背字又起唔到脚，求正安东尼泰莱系咪吹长计完场,雞原場錯2比2啊？冇错二比二啊呢场波下，咁、嗯、啊对大家嚟讲呢，唔算系一个最理想嘅战果啦。咁、嗯、但系对于两队今日嘅演出嚟讲呢，我觉得打和其实先系最合理嘅。 因為兩隊嘅表現都係麻麻啫，咁啊同我哋預期嗰種嘅所謂大踢進攻足球，當然啦，預期啫嚇，咁啊,啊相距十萬八千里啦，成場波只係僅有可能唔覺意，大家每人一小段嚟俾大家睇一得，即係俾各位睇一睇到啫。哇、啊！迪沙比好似好唔滿意高普咁喎，你睇下佢兩個，啊，真係啊～ 咁啊，當然啦，對白禮頓嚟講，上場大敗，今場波又好難承受多另外另外一場嘅敗仗嘅。咁對利物浦都係啦，打磨。咁啊，以兩軍嘅表現，老實講，真係唔係太突出啫。咁啊，戰唔好講話戰唔戰術啦。老實講，踢落去啲球員嘅狀態都係有一定嘅問題嘅。咁啊，白禮頓啦，頭先都講過啦，太多太大過分幅度嘅輪換咧。 我覺得影響咗個默契嘅亦都少咗啲老將嘅壓阵啦。你話誒、呃、拉蘭拿、詹士米拿嗰啲，咁咪又今場波又冇上陣到咁、啊、對于個發揮嚟講咧，就唔係黏得咁穩定啦。咁、啊、利物浦個方面咧、啊，盡可能出盡最好嘅人腳㗎啦。上半場啦，你話艾利諾嘅表現就麻麻地啦咁你又換咗加分配置，喺進攻嘅推進，佢個人嘅突破係好似有啲威脅嘅。咁但係你話對於整體個配合？ 其實我覺得利物浦都好似有啲唔係好谷得起咁啊！呢場波嚇，嗯咁就係咁啦啊！咁啊，今場波個球證個判決又冇咩大太大問題啦。咁、啊、呢、这個係大家都鬆咗口氣啦。咁、啊、就係、是、咁樣過去咗啦，二比二啊，有少少不温不火嘅呢場波。我個人認為嚇、啊、，OK 咁啊。由於因為陣間仲有另外一場直播要處理啦，咁啊，今場波賽後就唔講太多啦。好啊，有咩就留翻留翻一陣間嗰場嘅直播開始。 啊、大約係廿二十分鐘之後就開始啦。阿仙奴主場係對住呢個曼城嘅嚇，咁啊阿、啊啊、仙奴個人腳比曼城係更加不整啦。咁啊點、啊、樣憑住個主場之利係能夠盡量拉近翻啲距離呢？咁啊,啊要睇睇個表現啦。OK，我哋轉頭再見啦咁、啊啊、各位巴打，記住一陣唔好行開，上翻嚟我 channel 嗰度繼續支持。